寻找海尔您的真爱。成就梦想，青岛啤酒。这就是健力宝。活力二八是一份传奇，生活力。活力二八，沙士日化。大宝，天天见。大宝啊，天天见。啤酒，这就是健力宝，敌人在心中抵挡，这就是健力宝。活力二八是一份传奇，生活力。活力二八，沙士日化。大宝，天天见。大宝啊，天天见。央视新闻的各位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再次来到央视新闻小猪佩奇直播间。今天这场直播是由央视新闻联合天猫国潮为中国品牌日专门定制的国货正当潮专场，就是为了让你更深入的了解国货的传承和创新，国货的新变化怎么跟你玩在一起，让你把喜爱的国货卖到撒欢。今天是中国品牌日，从2017年设立到今天已经4年了。自从中国品牌日设立之后，中国的企业更加重视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提高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一些超级工程成为了世界级的中国品牌担当。这些努力让更多的人愿意选择中国品牌，还有一些经典的老字号特别的看重品牌年轻化，不断地推出联名款。刚刚我们通过一个怀旧的老广告片，大家也看到了一些中国的老的一些名牌产品的当年的样子。那现在呢，我们的新品牌越来越多了，不断的推出新的品牌联名款，不仅服务60后70后80后，还服务90后00后。那国货精品越来越多，我们相信会是00后再往后，一直往后都会喜欢我们的国货精品，买我们的国货精品。今天的直播现场，我们就把这些精品国货一一的潮牌国货介绍给您，让您买的手软。那带货必须要有搭档吗？不一定。我跟大家说，大家一直期待着小猪佩奇，其实我跟你们实话实说，我就是小猪佩奇。今天的直播由我一个人来完成，这根本不可能，太累了，所以我请了一个搭档，谁呢？我的手语老师，来，请出我的手语老师来。欢迎佳琪，早上好了，大家好，我来了。佳琪，小猪佩奇，来来，请坐，见面了。佳琪愣住了，佳琪说：“啊，说的是我吗？手语老师在哪里？为什么我瞬间变成了手语老师？”Hello， 大家好，央视新闻的朋友们，大家好，以及淘宝直播的李佳琪的美们，大家好，我来喽。为了给大家一个不是惊喜的惊喜，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你。对，我们这次终于一块见面了。我们有一个特别硬的口号，先给大家说一下。好，来，我们一起来。网络一线天，珍惜这段缘。我们是奔现的小猪佩奇组合，是不是有点尬？你知道我们来之前哦，超多网友都说小猪佩奇第二季终于开始了，而且是直接面对面的来跟我们做带货直播，然后他们都很期待。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小猪佩奇一定要奔现呢？因为上次连线的时候我们经常掉线，这一次如果再掉线，那就是我们俩一起消失不见，一起消失就不见了。不会的，那肯定是你的手机没电。是的，我们网友终于见面了。刚才我预告的时候也说了，网友见面分外眼红，是一定得有点见面礼。
见面礼。那所以你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真的吗？对，我给大家，我给咱俩的第二次出场，准备了一个开场曲。开场曲，来，好，音乐。说起小猪佩奇，那故事特别多。新闻主播和淘宝一哥说的你虚脱，下单手要快，不然超想哭。哭着喊着上蹿下跳，连波罗带闹，呜嗷喊叫，吓人虎到急了，拐弯抢的手哆嗦。上架秒没再加货，现货没了再预售，有多少的不嫌多？嘤嘤哼哼抢不到，我就跟你作，让你不卖给人家亚拉索。哇，厉害！孙老师，又是你为我们今天小猪佩奇直播间新写的一个段子，而且这次你还用唱唱出来了。这是音乐，怎么能是段子？好吧。好，其实你知道我今天为了来小猪佩奇直播间，对，就是我的粉丝都说，我的网友都说，他说佳琪，你赶快背十首古诗。然后我觉得我背十首古诗，说不定还用不太上，所以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哦，也有惊喜。我要 battle 你，我也写了一个小段子来向。朱广成老师致敬。比如上次我们连线的时候，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样介绍产品的方式很特别。那我的直播间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开播之前要预告我们今天的产品。那我今天把今天的产品预告变成了一个小 rap，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通过你的这一段介绍，是都能让大家看到。是，好，那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觉得这太简单了。老师，你不要再为难我了，我不能再垮掉了。我需要我们的键盘给你加一段鼓点，你要根据我的鼓点的速度来说这段 rap。 啊，真的吗？你知道我这紧张到我现在有点手抖啊。来，可以吗？来来来，可以。可以，那我们让我们的键盘准备啊，来，鼓点开始。青岛马迭尔活力28，吃完喝完还能刷，超能小米水星加，睡好用好人人夸，弹幕降玉美镜和风花，从头到脚都不差，还有夸迪和玉泽，脸部保养就用它，埋汰家完美剂花西子，瞬间变美亦如此，华为好 ，OPPO 妙，猫王哪里都不少，咕咕咕咕，太快了，我说这么一句，对，国货精品齐相聚，小猪佩奇再相遇。哎，太棒了，太棒了！主要是我这个捣乱的，我下去批评一下键盘小哥。我几个怎么能这么实在？对，太实在，太实在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国货正当潮”，是大字就在我们俩的头上。没错。那国货到底有多潮呢？看看我们李佳琦直播间的国货的销量，大家就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佳琦是90后啊，是。像我这样的00后，其实也特别，1900后，也特别的喜欢国货。那佳琦也很愿意把国货带到全世界。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觉得我直播间也推荐过很多的国货产品，然后我的粉丝们也特别喜欢国货产品，比如说花西子啊、完美日记啊、玉泽啊等等等等。在我们直播间销量都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对于国货认知的品牌是越来越高了。一开始大家觉得抱着支持国货的态度去买国货，但现在大家好像转了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是追逐国货或者追逐国潮。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把好的国货带到世界，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国外友人都很喜欢买中国的国货产品。所以那下面呢，我们是不是就要给大家逐一的推荐这些国潮和国货了？没问题。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的平台。好。今天呢，您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还有我们李佳琦的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来观看直播，或者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小猪佩奇，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会场来下单平台。我们的下单平台的话，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以及央视新闻微博，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产品。还有记得哦，底下一定要听清楚佳琪跟你们说的如何下单、该怎么拍、该怎么领取优惠券。因为真的老师，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功力以后恐怕很难支撑一个直播，因为当有小猪佩奇组合的时候，有多少个很从来没有捡过钱的品牌，然后从来没有额外赠送过的品牌，今天我们都来大活动，而且活动力度不是一般的大，真的是大家赶紧买买买，今天买起来。就是说我的作用还是非常非常存在的，对吧？谢谢谢谢谢谢。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是，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互动的话题就是你认为好用到飞起的国货是什么？好用到飞起的。让我说那肯定是 C919 大飞机直接飞起来的国货。你可以在央视新闻微博微信来留言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带好用到飞起的国货话题来转发我们的微博。是，那今晚都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今天的惊喜大奖非常特别，哇，六神
咖啡花露水，咖啡味的花露水，咖啡花露水没有用过啊，大家可以试一下，666份，红花油汽水100箱，点开淘宝央视新闻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一分钱秒杀，一分钱。是的，大家可以赶快去我们的央视新闻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一分钱的秒杀。同样呢，我的直播间也不能认输，我们今天也准备了50支雕花口红花西子，抽给我们的李佳琦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给大家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一定要记得，你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转发按钮，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到各个社交平台上，让更多的人来可以看到我们的国货正当潮的直播带货，好不好？中奖的女生们，你们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号客服，把你们的姓名电话和地址给到我们的客服，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把我们的奖品发到你们家。好，同时我们要感谢有机生活倡导者金典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相信大家都有喝过金典牛奶，那金典13年坚持有机，致力于打造中国好牛奶，每100毫升3.8克优质蛋白，那品牌有保证，买它。哇，你知道，就广泉叔，我觉得来这边就是做客，我感觉我都被正经了很多，就是说的所有的话，然后我们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就是。感觉挺高大上一下变得，要不然呢我们两个一块说是吗？一块说大家不知道听该听谁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开场，是不是我觉得国货正当潮就要把国货那个产品拿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国货为什么这么的厉害，好不好？我们来第一个产品，好，我们来开始了。第一个产品我们来开始，第一个产品是什么？哇，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产品是九阳的破壁免洗豆浆机。哇，它来了，要不然我们来站起来直播好不好？好，我们站一站，坐一坐，这样对身体更好。好，哇，我觉得，我这是什么？好，我真的。还有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可以吃的开心的一个产品。那我们第一个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九阳豆浆机。豆浆机，对，老师你应该知道，说到豆浆机就一定会想到九阳豆浆机，这个广告词太深入人心了。老师，用朱广权的方式怎么来推荐这个豆浆机？怎么样推荐豆浆？我知道这个豆浆机是一个破壁机哈，是，它很厉害，而且非常畅销。嗯，但是我对破壁机这个名字有特别敏感的一个角度，我是想，这个破壁机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名字，对，就是你一定要明白，宁可四处碰壁，也不要在家里面壁，因为面壁10年你还是土破壁。所以呢，破壁机告诉你，道路千万条，敢于突破第一条。如果你喝豆浆，是要买一台破壁机放在家里；如果你不喝呢，也要买一台摆在那里。每当看到破壁机，你就看到向上的阶梯和励志。每当看到破壁机，你都看到了向上的阶梯。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来，老师辛苦了。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吗？这个理由太过于充分。来，我的天哪！我们是需要碰杯吧？对对，我们需要碰一杯，需要碰一杯。我们今天小猪佩奇直播间，我们来碰一杯好不好？其实我们两个的组合也是破壁啊，对，破的是次元壁。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就是观众朋友们都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会在一起直播，然后会形成小猪佩奇组合。谢谢大家对我们小猪佩奇组合的喜欢。要干吗？要干吗？我们就喝一半，可以吗？就这么豪爽。嗯，看到这个就敢干了。新鲜的，刚刚打出来，而且还是热热的。对。好，刚刚老师用他的方式介绍了我们的九阳的豆浆机，但是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九阳这个品牌其实在豆浆机的行业里面做了很多次的革新。这次的革新是从免滤到什么？到免洗。就是你再也不用担心说妈妈帮你打杯豆浆，她会觉得很繁琐的步骤。它是不用清洗，它是自动清洗的豆浆机，而且它是机器自动清洗加热烘干。就是很多妈妈会说啊，我把那个机器拆下来了，把里面的零部件全部洗干净了，我还放到那烘干了，我才能组装回去啊。所以它有细菌除菌，对，它是有我们的热烘除菌，而且除菌率高达99%以上。这款产品呢，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来推荐？因为我直播间已经推荐过他们家的小款的小机型的，就是一个人适用的这一款，我们今天有5个档位。400毫升、600毫升、900毫升、1500毫升和1500毫升，供全家人都可以去放心饮用。还有这个，它是每分钟3万次的一个转速，它是破壁无渣，所以大家可以直接过，不用过滤，可以直接去喝就行了。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以前的破壁豆浆机或者是这种豆浆机，它必须要加什么？要加矿泉水。这个直接加自来水进去就可以。它可以自动过滤。对，它可以自动，然后可以帮你把那个煮熟，就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不需要添加纯净水，不用浪费。美们，而且这个它是直式的一个水。你的水箱里面没有水的，它可以提示你自动加水。好了，这个豆浆机这些
充分的卖点，你还不想去买它吗？而且我来再说一个让你买它的理由，什么理由呢？天猫店铺价这台机器1599，加值直播间拍立减300元，再领500元优惠券，到手价799。不止这些，还送玻璃神浆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份，以及3位清扬体验包，只限湖北地区，额外加赠给大家。这个是送的吗？不，这个不送，杯子不送，杯子不送。对，所以美们，整个我们直接相当于5折还要低，就4.几折的活动力度，而且这个是全家都可以使用到的容量。美们，九阳 K150的豆浆机799，准备好了没有？我要上链接喽，往下滑，详界面领取500元的优惠券。来，3、2、1，上链接。哇，好，来，咱们可以回座了。对，我们可以回座，我们可以回座，我们可以回座。他们说就是不用再讲了，直接上链接，这个我太想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的，那我们的老师就是 Kibo 老师，我们的背景声音了，那个就是观众朋友们说会有点大背景声音，好吧，我们把背景声音调一下。对的，谢谢大家见谅哦，大家可以赶快讲哦，这个活动力度真的很大很大，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往下滑详界面领取优惠券。同样观看央视新闻的朋友们也可以往下滑详界面记得领取优惠券，因为优惠券是帮大家额外申请的。那老师，你觉得喝豆浆，就是你会有喝豆浆的习惯吗？有，但是我一般都是想到摊上去买一杯。是，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最近不是疫情期间嘛，大家可能就会在家里面做早饭比较多，对，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定时定好，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可以喝到一杯新鲜的豆浆，而且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把它，就是在起床的时候把东西把它放在里面，然后把它做好了之后，15分钟洗个澡，或者是换个衣服，然后再出门之前可以喝。听了你的介绍，我就觉得以后不用去摊上千里迢迢的去买了，是因为它确实是给我这种懒人准备的，就是你之前不用做那么多工作。喝完之后用完之后也不用做那么多清洗的工作，是的，然后不要去担心你要去洗它去保养它，它全都替你想到了，没错，而且最大的优点它还可以打很多东西，不只是打豆浆，包括你做那种清养粥啊养生粥啊都可以。 对的，好，我们的货已经全部下架了耶，哇，那我们把全部加上来好不好，我们把货全部加给大家，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好不好，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他们说我还想听朱广春老师介绍我们的豆浆机，他们没有听过瘾。来，一会儿还有很多介绍。在这会儿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在片头看到的那个老广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看看我们以前的潮牌是什么样的。来，以前的潮牌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青岛啤酒，这就是健力宝，活力二八是一分，传奇一增活力，活力二八沙士日化，大宝皮皮见，大宝啊天天见，好，我们回来喽。佳琪，这些广告你都看过吗？我看过一两个。哎，真的？对，我看过一两个，那两个青岛啤酒。对，有小时候看过，还有那个大宝天天见。对，这个哎，大宝天天见，我跟他特别有缘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你给他配过广告的最后的 logo 的 logo 做版。对，真的吗？真情永不变，大宝天天见。我的天哪！那个就是我的声音，真的。对，哇！还有很多老广告，你比如说那个什么烟雾一起。特别熟悉的这种老板，这个不是我唱的，佳琪马上这也是你唱的。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么多老的广告，那会儿我暴露年龄。暴露年龄，你看自己 Q 自己，自己给自己挖坑跳。好了，好，所有女生们，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我们的豆浆机哦，往下滑自己去领取优惠券，就可以开始下订单了，好不 好？我们已经销了9000多个豆浆机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今天晚上的国货品牌，都是我跟朱广权老师一起选出来的国货精品，而且是国潮产品给到大家，好不好？记得拍立减300元，再领500元优惠券，到手价799，相当于5折左右的活动力度，好不 好？那我们来第二个产品，下一个来。对，刚刚我们看到了老广告里面的青岛啤酒，对，来了，我们就继续来。哎，青岛啤酒始于1903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没错，而且真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喝啤酒一定会用青岛啤酒，就中国人都爱喝的青岛啤酒嘛。那我们来打开一杯，好，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来，我给你准备杯子。但是这个酒啊，我确实是不太擅长。哦，真的吗？别说喝了，我说到酒字儿都会晕。我说到酒字就会晕。对，我用的手机都是138的，手机号是不敢用139的。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青岛啤酒，真的。
非常非常的可口和解放哦。他们家青岛啤酒的话呢是那种纯量型的，所以它会非常非常的香醇。那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不能给大家来喝酒，所以就不倡导大家就是未成年人去喝酒，所以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购买我们的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是传承了他们家的百年酿造的工艺，说它的工艺做出来的话口感非常非常的棒。那老师有没有什么酒的历史要跟大家说，或者酒的故事要跟大家了解一下？对，所以我就说这个酒啊，我不太擅长，不太擅长但是我可以说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做完直播无故人，做完直播无故人做完直播做到没朋友做到没有朋友了。对，因为今天大家都要来买我们的产品，所以美们，这个是用到的优质麦芽等原料去酿造的，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纯正。我来说价格，因为这种都是大通货的产品， 对不对？而且这款酒其实不只在国内非常非常的有名，它其实在国外也是很有名的，它已经畅销了100多个国家。这个酒，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错，世界五大啤酒厂商。没错啊，这一款酒天猫店铺价119块钱，一瓶是500毫升的18听一箱，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领30元优惠券，数量填一，89块钱到手18罐给大家，平均一罐只要4.94块，这个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活动力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不好？该怎么买呢？教大家一下，往下滑，详细页面领取我们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是我们的一个隐藏优惠券，在我们的详细页面里面，因为这是破价直播给大家的哦。如果想买豆浆机的美眉，可以，大家还赶快去抢豆浆机啊！对，来准备。3、2、1，我们的青岛啤酒再来说一下上链接喽。下单平台你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没错，我们的啤酒上链接啦。对的，往下滑，详细面积的领取优惠券，好不好？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数量填一，领30元的优惠券，89块钱，18罐给大家，平均一罐只要4.94块，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你们。因为我们在直播间不能喝酒，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对，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家里面亲朋好友比较多的话，或者是你最近有一些聚会的话，真的可以买我们的青岛啤酒放到家里面，随时囤着，那可以就是跟我们的那个亲朋好友一起在好日子的时候干一杯。对，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啊。网友发来的互动，对，跟我们的产品结合的非常紧密。是，网友说我才是椰子，说接天莲叶无穷碧，解暑要喝麦，要喝麦芽啤，空调、手机、豆浆机，各种家电全配齐。风花滋养护头皮，檀木梳头养身体。哇，所以现在网友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还有一个网友说，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青岛啤酒来作伴，何以解忧唯有啤酒，明月几时有，青岛啤酒来买走。哇，厉害厉害，现在网友都太有才了哦。美们，还有最后的12000箱，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我们今天只有25000箱左右，25000组左右啊，数量填一，领30元优惠券，拍立减89块钱，18罐给大家，这是500毫升一瓶的哦，非常非常大的容量哦，所以大家可以真的去下下单，因为这个是比你们在商超渠道买的话，可能价格要更加的划算，好不好？好，好了，那我们的青岛啤酒推荐完了，那我们下一个产品喽。好，下一个产品，期不期待？下一个产品是什么？是什么呢？来，我们请我们的来上货来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老师会比较知道，而且颜色很像哦，颜色很像，这个老师应该比较知道。对，这个，哎呦，这个马迪尔的一个，这个我太喜欢了，你知道吧？这是，对，这个我觉得因为这是北方哈尔滨，而且它这是应该是作为中国最早的冷饮品牌了，真的吗？对，而且这个马迪尔，我去哈尔滨的时候，我去排队买过，真的是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你想要吃到这根冰棍，当然是在那个中央大街的那家店，是想要买到它，都要排队。我听说就是很多人会说，他说去哈尔滨除了要带红肠回来，一定要在哈尔滨当地把这个马迪尔的那个冰淇淋吃到饱。如果你因为带回来就化了，如果你去哈尔滨没有买一根马迪尔的话，就相当于来北京没有去逛长城故宫，或者来北京没有吃烤鸭。而且马迪尔，哎，咱俩这颜色不一 样，对吗？因为它有很多款。对对对，而且呢，这个马迪尔它是俄语翻译过来，它什么意思呢？是摩登、时髦、现代的意思。你比如说你要夸人，比如说佳琪非常时髦，你就说哎呀你很马迪尔。真的吗？所以对对，哇，我在介绍产品的时候说这个口红很马迪尔。对对对对对，也会这样说。对，而且所以刚才我说到呢，它无论是夏天冬天都会卖得非常畅销。而且我这个是原味的，我这个的话奶香味好重哦。你这个是什么味道？我看一下，巧克力，巧克力味的，巧克力巧克力味的好吃。哇，这个
你知道这个吃起来像什么？像吃那种，就是小时候我们自己做的那种奶粉，然后把它泡了之后变成那种冰棍。我们自己小时候就吃奶粉冰棍嘛，这个就有点那种味道，特别特别的纯奶香味。而且我们今天晚上买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全国各地的粉丝美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们的马迭尔的冰棍。我们都是用到的超强的一个保温箱，是绝对是保证到你家都是新鲜的。哦，对，我刚刚就要问这个话题，是就是到家里化了怎么办？现在网购很方便，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保温箱，然后里面会有干冰，然后把它放进去，而且物流超快。而且，所以呢，现在对于马迭尔来说，就更没有淡季和旺季区分了，是每天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没有淡季的市场，只有淡季的思想。我们马迭尔永远没有淡季。我不知道我这个做法会不会有一点点就是浪费。老师，其实你手上的巧克力味，它还有榴莲味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爱不爱吃榴莲。我都还可以，但是确实不要浪费。对，就是榴莲、芒果、抹茶味，还有朗姆酒的味道都有。而且我们今天马迭尔的冰淇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天猫店铺价148块钱一组，就是一箱嘛。我们今天晚上到手价，所有女生听清楚了，它的一组是11根，我们今天的话呢是148块钱，拍立减50块钱，98块钱11根，我们再送4根同款，15根只要98块钱，数量填啊，172块钱30根给大家。美们，这个价格真的超划算了，可以买到马迭尔的冰淇淋，而且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冷链物流到你家，然后这里面会有到香草一支，那个抹茶一支，芒果一支，巧克力一支，以及榴莲一支，还有原味五支和朗姆酒一支。然后我们送的话是随机赠送的口味给大家啊，来准备好喽！如果可以买的地区的话，你们赶紧下订单，因为这个真的是货量很缺啊。好，3、2、1，8万组来喽！再来说一下下单平台，你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没错，这个真的是好吃，入口即化。对，甜而不腻，可以说这个口感就是，那你觉得奶味浓郁，没有膨化剂，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就太好吃了，这个口感真的很舒服，真的很好吃，你们可以试一试看。因为它的，我吃这个是原味的嘛，它就是有一点点奶香味在里面。然后这是巧克力味的，老师刚刚说了，也是那种甜而不腻的那种口感，而不是那种说那种过于就是有那种化学剂在里面的感觉。这个而且就是让你想到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味道，东北人经常吃的是有一种情怀的感觉。对，吃的这种冰棍，我们那时候叫小豆冰糕，就跟这个味道很像。但是它呢，它加到的这个奶，或者是加的一些固化物的成分，有效物的成分比你吃到的冰淇淋还要多，就它的内涵太丰富了，一口下去，你觉得拥有了整个世界。他们说看我们两个吃起来感觉太好吃了，确实好吃。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两个吃起来感觉很好吃的话，大家赶快去想想看。你知道我们两个都本来要赶快下一个产品了，我们这两个都舍不得把这个拿开，为了吃它，我们在这疯狂的垫词儿，对，疯狂的讲它的好处。疯狂加戏。好，我们就到这儿吧，就是没有办法一直在说这个，来。恋恋不舍的把这个冰棍收起来，大家可以赶快去下单啊！来给我们一张纸巾，这个是不用领优惠券，直接拍立减就可以的哦。给我们一张纸巾，直接拍立减就行了啊！好，来老师，好，谢谢，好不好？谢谢大家。哇、哦，有个人说，他说他们这卖15块钱一根哦，我们今天的价格172块钱30根，所以老师多少钱一根？我也算不出来。哇，已经卖光了，已经卖光了，已经没有了。没有了，冰淇淋没有了。他们说冰淇淋很多地区都买不了了。对的，如果你地区可以买的话，就表示那边可以发货，大家就可以赶紧去抢货，赶紧去下订单啊！数量填一，98块钱15支；数量填二，172块钱30支。我们的哈尔滨的特色冷饮给到大家的活动力度，同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央视新闻网以及淘宝直播李佳琦直播间下单我们的产品，在左下角的购物车的按钮就可以点击下单喽。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好不好？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好，来我们下面一个了。下面一个来，下面一个，我们看看又有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哦，茶。这个我觉得老师这个应该是你比较擅长的了。哦，对，我平常确实比较多喝茶。你比较多喝茶。对，这是普洱，应该是普洱。是的，普洱茶，而且生普。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哦这个、茶汤，非常漂亮。小坨。哦，我打开这个看一下。哦，老师，你看这个，你这个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精致、精美。在哪边啊？好。来看一下，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翻开是这儿吗？对，哎，哇哦，看一下，哎，相机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近距离？来，
这个它非常非常的精美，为什么？老师您仔细看一下，它上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颗泡茶的步骤，泡茶的步骤都帮大家画好了，就告诉你该怎么样去喝茶。而且我们今天还会送大家一个自饮杯，不是很多人说我想要喝茶，但是佳琪我好像没有一个喝茶的工具，是很专业的工具。我们今天买还会送大家一个喝茶的自饮杯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自饮杯我跟你说有点来头，有点厉害哦，就是这个可以当做一个茶托，也可以当做一个盖子，然后对，看老师他直接把中间这个杯子拿出来，茶汤清冽甘醇。对，如果你不太喜欢茶叶的话，你可以把它直接拿过来做过滤，然后你可以直接喝这个。对，因为它茶一直泡在里边，会影响最后的口感。是，对，所以就是你可以在冲泡之后把它拿出来来喝。对，然后等你再加入开水热水的时候再把它放进来。而且就是老师你可以发现这个细节，它的就是茶是这个茶杯是防烫的，对，它有两层双层玻璃烫的，对对的，所以它做的很有细节，很有细节。如果你想喝稍微浓一点的茶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自饮杯中间这一层还是放到里面，这样可以喝到浓郁的茶叶味。如果你想要清淡一点的话，想要多泡几杯的话，你可以把它直接泡完了之后赶快拿出来，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清淡甘甜，好不好？那这款茶它是一颗一泡，就是我们这里面会有九颗，它是一颗一泡，所以你每次泡的时候就拿出一颗就行了。而且这款产品是经过了36道的纯手工工艺制作而成的。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把它带到办公室去很小颗，很方便，很方便携带，而且这个感觉又现代又高雅。你想本来喝茶其实就是一个古人延承下来的一个传统，没错。就是说其实普洱茶从有茶马古道那会儿就已经非常兴盛了，对，那到了明清的时候普洱茶成了皇家贵族的一个必备产品，就是说夏天饮龙井，冬天喝普洱，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普洱茶的味道就是龙井之比普洱如少陵之比渊明，少陵就是杜甫，是渊明就是陶渊明，就是说这个普洱的味道就像杜甫那样精致高雅然后沉郁顿挫，而绿茶呢就像陶渊明那样清幽，就比较淳朴自然，超拔脱俗啊，就是你喝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感受，而且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你的彰显的是你的品味和文化。我觉得老师真的把喝茶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而且我听到老师刚刚讲那一段，我觉得哇，你真的可以把一个产品也带入到一个性格当中。不，主要是这产品特别好，主要是产品。刘诗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哎，有没有听到老师刚刚说这几句话，就瞬间很想要赶快去变成一个喜欢喝茶的人？来，美们，我来说价格，这个真的只有12000份，因为这个茶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5年陈化茶。嗯，然后这个的话，天猫店铺价是120块钱一盒。对的，现在呢？我们今天。拍立减66块钱，到时候54块钱一盒，哇！而且我们的杯子自饮杯还是送给大家的哦，好不好？杯子也是送的，对，54块钱可以买到我们的5年陈酿的一个我们的雨林小坨的茶，普洱茶，还会再送自饮杯给大家。这个杯子的手感真的特别好，是是不是？用来喝茶非常方便，尤其是带到办公室，因为你在家里你可以有很有仪式感的，对，弄一茶盘、茶台，对，慢慢的喝，慢慢饮。但是在办公室有这么一套装备。你就随时可以喝到你喜欢喝的茶了，真的是随时可以喝到。来，准备好喽，3、2、1，上链接，每个订单送一份杯子。如果你想多买的话，分开拍，好不好，美们？每个订单送一个杯子，你想要多买的话，分开下单。这样子的话，你拍几单就可以有几个杯子得了，好不好？一定要注意喽。说一下下单的平台。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没有了。我下单平台还没有说完。哎，没有了，还可以加货吗？不能加，没有了，这是所有的货。没有，不好意思，没有了。那我们只能期待下一次这个产品再来我们的国货正当炒的直播间，好不好？然后新进来的美人们，你们一定要注意喽！新进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喽！大家可以帮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转发按钮，帮我们转到各个平台上去，告诉他们我们小猪佩奇的国货正当潮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会带非常多的我们觉得优质的、好的以及精致的国货给大家。同样，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会带来很大的活动力度，所以今天的国货专场你们一定不要错过。而且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互动话题是你认为好用到飞起的国货是什么？在央视新闻微博、微信留言参与话题，或者带好用到飞起的国货的话题转发微博，今晚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今晚准备的奖品非常特别，六神咖啡花露水666分，红花油汽水100箱，点开
淘宝央视新闻直播间参与一分钱秒杀。是的，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国货正当潮的直播间。OK， 老师，我们速度非常快，已经第四个卖完了，我们要第五个了。第五个是，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节刚刚我们是好饿、啊、好饿、啊、好饿、啊，我真的好饿、啊。那我们下一个是什么？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好不好？好，来。洗刷刷，洗刷刷。我猜到了，我猜到了。老师，这是什么环节？我们要卖油漆是吧？要卖油漆，那不是要卖，要卖那个颜料，画画的颜料。对了，好了，我们这洗刷刷，洗刷刷，就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就到我们的生活日化产品了。哦、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会比较想要囤到的东西。老师，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整个疯掉。我说他们到底是爱你是说价格吗还是爱小猪呢对这个价格真的我的天哪哦先来告诉大家没有办法可以比是什么来我们上第一个我们的活力二八哎我们刚刚老广告里面其实有展现到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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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来啥事对好多粉丝都说老师买不到买不到买不到、对的怎么办买不到的话大家都刷新链接可以去购买啊我们的冰淇淋的话有些城市的话还可以有到货所以马迭尔的冰淇淋大家还可以自己去抢包括我们的那个青岛啤酒的话还有一点点的货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抢包括我们的九阳的豆浆机还有最后的500台大家还没有买到女生九阳豆浆机赶快去下订单九阳豆浆机我们再说一下哦下直播间下单立减800元还会再送大家额外的赠品同样我们的湖北地区的美眉们买的话还会有额外的加赠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货九阳豆浆机谢谢大家好了老师啥是二八对啥是日化对啥是日化啥是日化的活力二八啥是日化这个广告刚好我们也放过了这是当时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个广告语特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大家只要是想起来就会说到活力二八沙士日化小猪佩奇带货开挂这是一套是吧对小猪佩奇全都买齐对对对 对, 对你知道老师就这一款活力二八沙士日化的这款产品这款洗洁精它跟别的洗洁精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会一直就是跟大家说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我今天也要考考你对我今天要来一个厉害的成分对的你知道这个洗洁精它里面有个技术叫做螯合技术你知道螯合技术什么意思吗螯合技术螯合技术对就是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熬在一起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功效哎你真的猜对了真的啊对因为螯合技术是将水中的钙镁离子整个包裹起来然后它会让我们的硬水变成软水所以它的清洁力度和去渍去油的力度非常好我谢谢你这也是我猜对了这个是差不多吧就是把所有厉害的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把它洗得很干净对而且老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沙士日化活力二八其实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做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是有口碑的产品而且今天晚上我们推荐的是 1.2kg 就是公斤1.2公斤一瓶的超大容量给到大家而且这一款是符合国家食品 A 级的一个标准可以直接洗蔬果夏天来了大家都要吃蔬果了所以你给你宝宝吃蔬果或者自己吃蔬果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去清洗它这样会更加的干净卫生而且它是一个天然植物成分是完全是温和的而且不会去有异味的它去腥味啊去油啊都是无残留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说价格最重要的对天猫店铺价59.9元一瓶来给我们镜头两瓶三瓶四瓶西柚味跟绿茶味每个两个但是我们今天晚上拍立减15元到手价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44.9元、哦、这两个也是送哇，六瓶正装1.2千克的44.9元给大家，划不划算？太划算了！就是婆婆加一瓶，妈妈加一瓶，爸爸加一瓶，公公加一瓶，对对爷爷加一瓶，奶奶加一瓶，就刚刚好，大家全部都配齐了。然后，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太值得买了。这个是专门为我们小猪佩奇直播间配齐的产品。对，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来下单平台，不用领优惠券哦。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是的，哎，老师，你平时会洗碗吗？我会洗碗，会洗我为什么犹豫了一下？对，我会洗啊。老师，我刚刚犹豫了一下啊、哦，又把老师的一个就是坑挖出来了，不会洗碗。这个已经不光能洗碗了，就按你刚才说的，已经能喝了。不，不行，我们还是要严谨一点，这个不能喝啊，这个不能喝。刚刚老师开玩笑，而且还有不同的口味，有西柚的，有绿茶的，还有绿茶的。哎。卖完了我们来我们再加货好不好我们把货全部加上来大家记得无论是在央视新闻的粉丝美们以及在李佳琦直播间的
顾客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点击左下角的购物车，我们会每一个产品介绍完会三二一上链接，点击链接要领券往下滑，不用领券直接拍就可以拍到我们今天的产品了。来，我们把货全部加给大家，还有最后的两万组上了，我们已经加好了，货已经加好了。哇，老师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一万三，就是我每天直播都这么看，一万，你看这儿9790、哦、啊，就一直在刷，7000，一直在不停的涨，对，然后这里5000，哎呀，3000，哎呀，2000，就是这样子，我们直播就这样，8800。没了，好，我们下一个，就是要一定要看他没有了，我们赶紧往下一个。我刚才看你这个表现的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看过手机的爷爷，没有，居然真的哦，可以那么快的就对，就他们就很快就抢、哦，对，因为这个真的太划算了，这个在线下买矿泉水都没有这么便宜吧？哦，真这个真的太大一瓶，1.2公斤一瓶，但是千万不要像矿泉水那样喝啊。对，好，来我们下面一个，再出下一个品牌之前，我感觉我们洗刷刷的就是这个专场里面真的卖的特别好，第一个产品就是直接秒。秒空了。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了洗一般的瓜果蔬菜啊，包括盘子啊。在上下一个产品之前，哎，我一定要在这儿隆重的夸一下佳琪，没商业互吹嘛。因为那我就准备好夸一下 你在。可以礼尚往来。对，你在这个卖货的过程当中，就是把大家其实经常能看到的一些产品，然后点出很多他不了解不知道的地方，他知道啊他到底有多么好，是，然后可能很多擦肩而过的东西你现在马上发现，哦，原来是这么有价值的。所以我在这儿呢准给佳琪准备了一段广告语旁白，就像刚刚老广告一样。我要抓紧我的语言，你要配合我一下，好，摆出一个低调又张扬的 pose 啊，对，来，低调又张扬，给我一段特别特别深沉的音乐，来，还要深沉，来，我要开始了啊，佳琪的广告语。他看到了你眼中的熟视无睹，他拦住了你身边的擦肩而过，他在全网为你寻觅好货，他一天不直播就让你失魂落魄。人间唢呐李佳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最后的 pose， ending pose， 低调又有内涵的 ending pose， 怎么样？太厉害了！哎，我跟你说，这段话我要买下来。要不然的声音，我们每天直播开始之前先放一个这个声音再开始。我刚想说，我送给你，你既然说买，一会儿咱俩下来商量。我们要尊重版权，我们要尊重版权。好，哇，哎，其实呢，你平常被人称作是人间唢呐，是，你是高音唢呐，是我刚刚的这段呢是低音贝斯啊，就如果你作为唢呐特别喜欢这段贝斯。嗯，就可以引出我们下边的产品了。哦，纳爱斯，你真的，来，我们来喽，我们的超能来了，超能来，哇！所以你推这个产品之前要买这么多的伏笔，我也是不能直接，我也是突然想到，这真的太厉害。我跟大家说，就是我跟就是朱广成老师合作了两次了，第一次是让我真的。大吃一惊，就是我会觉得哇，原来直播，原来带货，原来介绍产品还有这样的方式介绍。然后我这次真的是准备了很多，我觉得就想要给到大家的一个新鲜的直播的点。然后我的直播其实也一直在尝试，因为这是一个很新的行业，但现在已经是直播全民化，所有人都可以来带货直播。但是我会觉得说，我想要像朱广成老师学习一样，如何把产品介绍的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看直播不仅是娱乐，不仅是可以抢到好东西，而且看直播还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知识点。没有，我必须要在这说一下，因为你每天都在做直播。你是有过日子的心在做，在做卖货的直播，是，而我这是以过年的心在过节的心在做卖货直播，所以不一样。我可以用很长时间来准备一场，但你每天都在做，确实压力更大。好了，你不用不吹了，对，就是买它就对了，好不好？对，买它。你想要变成我们一样，就赶快用超能。对，这个广告词应该不太能过关。好，来，我们话不多说，介绍下一个产品了。好，我们第二个生活类的产品也是洗刷刷的产品，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而且这个在我的直播间已经就是露出过很多次了。对，而且这一款呢是超能的洗衣液，夏天要到了，大家洗衣服会比冬天要洗得更加的就是勤快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挑选到的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省钱但是又好用的洗衣液的一个产品，超能绝对是你们的首选。像很多人就看央视的就是节目的时候会看到很多超能的广告，其实在央视里面是播了很多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品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这个呢是有个专利成分的，它叫做酵素去渍，哦，用酵素来去渍，而不是一般以前的是用化学的一些成分来去渍，
所以它会帮你怎么样？第一个帮你把夏天的，比如说西瓜汁啊，包括一些夏天我们吃那种冰淇淋啊，那种巧克力酱啊，滴在我们的衣服上、裤子上，那种顽固污渍可以去除的很好。第二个，酵素去渍它不会伤你的衣物，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变好了，买的衣物会比较的偏贵了。这个时候用我们这款洗液的话，它不容易让你的衣物去损伤，包括它还可以洗小宝宝的衣服。对的，可是小宝宝的衣服也可以用到我们的超能去洗。最重要的是这一款是低泡的，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洗过衣服。我用洗衣机洗，用洗衣机。对，就是如果你会买那种泡泡很多的洗衣服、洗衣剂的话，它会你会发现它洗到后面它就是甩，就什么不能把那个泡泡冲洗得很干净。如果有太多的泡泡残留在衣物上，它会有很多的那种留下来的粉末在衣服上，就会影响你穿衣服。那这个绝对不会，大家可以放心，是低泡型，而且是无刺激。最重要的是这款产品是活花提取物，它是用到的薰衣草精油来做调香的，所以洗完衣服之后也会有清香的味道。老师你可以闻一闻，它真的是那种薰衣草的清香味。哦，是不是很好闻？就是你可能说哦，我是男生，我不想要喷香水，那你用完这个了之后，你的衣服上自带香水味，但是它的香水可能不会有这么的浓。对 对好啦，说价格，因为真的太划算了啊。最关键的，来我们的价格，天猫店铺价99块钱是两桶1.5千克的洗衣液，然后买两桶，我们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包我们的108毫升的我们的便携式的洗衣液给大家，就99块钱是这两桶，但是我们今天拍一件领40元优惠券，59块钱一桶两桶，1、2、3、4带走6套，如果你买2套领90元优惠券，更划算喽，美们，108到手。4大瓶加8小袋，桌子上这么多给你们，只要108块钱，哇，真的很划算。每次只要拿到桌子上的东西都送是吧？真的，只要拿到桌上的东西都送。一会儿我多玩，把老师拿上来，往后靠一靠。对，准备好了哦，买一套领40元优惠券，买2套领90元的优惠券。3、2、1，上链接，好，来喽，下单平台。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没错，好不好？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我们的超能。超能每次活动力度给的真的很大，而且马上就要618了嘛，其实我们相当于给大家提前过618的大促活动，让大家拿到最低的一个活动力度，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一共6斤的洗衣液给到你们哦，也是一样。婆婆家分这一套，妈妈家分这一套，就是两边都可以照顾得到。既卖优质产品，又兼顾到家庭和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直播间？或者买回来给你的老公帮你洗衣服也是可以的，对，好不好？谢谢你们，这个好用，我买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的，我已经下架了，来，我们全部加吧，来。好不好？如果是新进来的美们，大家只要记得点击左下角的红色购物车，可以在我们的产品的详细页面领取优惠券。如果不用领优惠券，直接下单拍立减也是可以，没任何问题的哦。记得一定要听清楚数量，数量填一，2大瓶加4小袋；数量填二，4大瓶加8小袋，送给大家，好不好？记得领取优惠券哦，谢谢大家的支持。你看，已经有人在上面刷梳子梳子了，就他们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要卖什么东西了。他们说还说加茶加茶，朱老师好帅。对，所以老师不回应一下吗？我笑纳了，笑纳了。老师说笑纳了。哎，我们加货喽，加货了。对的，我们货已经加上来了，还有最后的10000套。看看，对的，大家可以赶快去抢啊，最后的8000套。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好了，来我们下面一个，刚刚播完了两个洗刷刷的产品，接下来我们的是就家居生活类的产品。好，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品牌。好，对的，我们的4件套。什么的4件套，水星家纺来喽！啊，就是床品，对，床品4件套、哦、来了，来，水星家纺，哇哦！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我们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好，水星家纺这个品牌真的也是大品牌了，从1987年就开始做我们的一些床上的一些用品了。来，我们来，我跟老师两个一起来帮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到的我们的60只的美们，我们的被子是有很漂亮的、很特殊的图案的，重点是这个图案啊。对，有没有很好看？它全部都是刺绣上去的一个图案。这是鲤鱼跃龙门。对，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对，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是有很多的寓意在里面。那这个呢，是我们的60只面料的，它的摸上去它是很细、很柔软。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用60只吗？60只和80只或者什么几十只有什么区别？就60只的话，它会很透气，而它盖上去也会很保暖，所以它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大家开空调、开电风扇的时候可以去。而且60只的话，你摸上去它的触感也是很舒服的。对对对，手感非常。咱俩趁着这个布在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段相声，卖布头。卖布，他怎么那么黑？气死黑竟得不让黑李逵。对，好，我们刚刚展示了第一个我们的图案，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图案。好，还有很多的图案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哦，每个都不一样。而且还有不一样的颜色。这是一套的。
是。然后它每一个有不一样的图案，还是说一套都是一样的图案？没有，每一套都是不一样的图案。哦、我们来看这个蓝色的，蓝色的，深蓝色的，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看到、哦，哇哦，老虎头！哦，这是个老虎和花。对，这是一个老虎和花。哦，这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吧？哦，对，老师哇，真的，我觉得他每看一个东西，都可以把一句非常厉害的古诗词联想出来，厉害。然后还有这个是我觉得很适合女生或者是妈妈们盖的一床，这是吉祥的吉字吗？对的，这是吉祥的吉，而且它有一个腾云，有一个吉祥的一个云朵在这边，好不好？对的，好嘞。好、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的话可以男生去买它。这是一个龙，龙的，对的，龙的传人吗？这边是一个龙，就是寓意着我们的华夏青年嘛。哦，有、男生可以去买这一床，龙腾四海。对，好了。好了，这个我们跟大家已经展示完我们所有的一些面料了，包括它的一些图案了。然后呢，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水星家纺的品牌，它是60支的长绒棉的四件套。长绒棉跟一般的棉不一样，它的蓬松度会更好。就是长绒棉的话，它其实要用更多的就是原料去做更少的布料，但是一般的棉它可能会用更少的那个原料去做更多的布料、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品质会非常好的一个长绒棉、第二个的话，他们家都是用到的匠心绣花，而且是中有一种新中式风格的那种绣花技术在里面，所以你买回家的话会感觉喂它还蛮有亮点的，就睡到床上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亮点，而且会有一个寓意在里面，而且也是我觉得很印证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国货正当潮。对的，我们的国货看起来也是会非常的吸引，对，非常的时尚、而且我们的这个的刺绣跟我们的印染工艺都是很厉害的印染工艺，它的整个花纹也是非常非常逼真的、好了，我们今天有两个规格啊，美们记清楚卖点，60支的长绒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第二个，我们今天会有到1.5米×2米，以及1.8米×2米两个大小的尺寸。美们听清楚，1.5米×2米原价799，1.8米×2米天猫店铺价899，佳琦直播间都可以领300元优惠券。线上线下同款，你们可以直接去商场查我们的价格。美们，1.5米×2米到手价499，1.8米×2米到手价599块钱。记得往下滑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准备好了没有？水星家纺60支长绒棉，3、2、1上链接。如果你觉得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着的地方都是他乡，你就一定要买这样一套床品，让你永远睡在世界舞台的中央。买哇、买它！这一段话太厉害了，马上有个女生刚我在看那边的屏幕说，有个女生说，她说那个时候我刚刚说什么？她说我的钱包都已经空了，不能再买了，不能再上链接了。量力而为，对的，量力而为，我们还是要理性消费，买你们家正在需要的一些产品啊。来，我们的水星家纺上链接喽。对的，水星家纺的话也是我们的国货品牌，也是大品牌，而且做了很多很多年的，他们家做床上用品，大家可以放心，值得信赖。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每天24小时，我们工作可能6、7、8、9、10个小时，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量不一样，基本上人有1/3的时间在床上度过。是的，就是你睡觉，我觉得一定要是买一点品质稍微好一点点的产品，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如果睡眠质量得不到保障，你的工作，对吧？你的生活、你的心情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床上用品大家还是尽量选择稍微好一点点的，但是还是一样，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来定，好不好？理性购物，理性消费。但这个活动力度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划算了哦！这个活动力度真的超级超级的划算了，谢谢大家哦！自己去抢你们喜欢的款式跟喜欢的颜色，我们会在5月14号24点前把所有的货都发出去到你家。好不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的图案跟颜色的话呢，都只有这么多，好不好？都只有这么多，因为这一款是比较偏贵的，你们可以往线下去比价格，它线下买的话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啊，好不好？谢谢大家。好了，我们来下一个了。这个就是可以让你在家里用，让你的家更加温暖温馨的。是的。所以别看我们只是小猪佩奇，其实呢为你全都佩奇，国货正当潮，还不赶紧来筑巢？安家有道，尽在欧派，有家有爱，欧派让家好气派。哇。谢谢厉害老师，来我们下面一 个，我觉得家庭必不可少，我们要推荐到大家的就是手持的无线吸尘器、这个好，这个好，对，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我这个要展示一下哈。对，因为我觉得吸尘器，就现在大家要就是让生活变得更加有品质。以前我们都是妈妈们在这里这样拖啊，这样扫，其实会对她的腰啊很不好。而且今天恰好是母亲节，先祝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对的，而且我觉得这台可以买回家给妈妈。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可以站立、直立做卫生，直接它的高度就是一个人，女生也是没任何问题，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去。你走路的时候就可以把地吸得很干净，对，就把脏东西吸得很干净，就不用就是这样子。
去弯着腰去做工作，所以可以让妈妈的腰肌劳损会减少很多。嗯、而且这一个，你知道它的功率超大的，它的吸力非常非常强。嗯、买吸尘器，第一个就是要看吸力，我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好不好？它的吸力有多强？我先把这个拿掉，这个是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手机。对的，我把手机拿到这了，看到没们？直接看它的吸力，哇！是不是？而且还要用一点力才能拔下来。这个厉不厉害？就是一般手机都可以吸得非常牢，就是吸尘器一定要看它的吸力。第二个，我们除了有我们常规版的，就是清扫我们地面的这种大拖的一个，就是拖布的话呢，我们今天还会送大家三个。不同的，对的，我们这边会有三个。老师，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家有没有做卫生。有我一直 Q 老师在家有没有干这个干那个。然后这个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就是好的地方，就是做的很贴心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有这种不带刷毛、然后如果你就是刷那种比较就是精致的东西或者是容易破损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个按照去按一下、往前一拖，它就是有刷毛。这个也是一样的。对，有一些比如说顽固污渍，地板上有一些什么那种脏东西，比如说狗狗在家里就是大便，然后不小心干了，然后在地板上很难铲掉和很难拖掉，怎么办？这个你在刷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它把那个狗屎啊全部都弄。怎么办？换一块地板，然后换一个那个。来，对，然后它每一个都是这样可以伸缩的，然后这个小的可以干嘛？就是老师，我们就在家里面打大扫除的时候、缝隙的地方。对，就比如说沙发缝隙、卫生死角。对，然后那种什么就是瓷砖的缝隙啊，然后包括还有妈妈每天会搞大扫除的时候，一定会搞什么？会搞纱窗。对，纱窗那个槽里面就是真的非常多灰，这个就可以直接在纱窗的槽里面可以刮胡子。不能刮胡子。对，所以它很方便。第二个，它还有这一个，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在意螨虫，就除螨、这一款是可以除螨的、就是你可以吸你床上的一些比如说席慕斯啊或者是乳胶垫啊，包括你的一些被套啊床套啊都可以跟我们刚刚买的这个床品搭配使用。是的，好不好？这个是可以除螨的，因为它的吸力也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我觉得第一个点就吸力很好，而且功能很齐全，然后刷头很多。之外我还要说一个点，就是他们家的持久力。对的，为什么要说这个呢？续航能力。看一下，对，续航能力这个有三档，很方便也很便，就是直接搬这边就可以有三档。它的第一档如果连续使用充好电，它可以用60分钟。就是它是最低的吸力是吗？对的，最低的吸力可以连续工作60分钟。第二档的吸力的话是可以连续工作30分钟。然后如果你开到最强档位的话，它也是可以高于市面上一些就是吸尘器、或者是那种就是这种吸尘的那种仪器，它可以达到8分钟以上的吸尘，就是充满电最高档的连续使用。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看上去外观也很好看。然后最重要的是，老师你知道我每次就是吸尘器我很怕用的话，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把脏东西全部吸进来了，它肯定要出去，对不对？对，它的那个灰会不会也被就冲出来、它这个上面是会有到一个过滤的、这个过滤是可以把所有的脏东西跟所有的这些污渍全部都过滤掉、吹出来的风绝对是干净的风，不让你一边打扫一边脏，一边打扫一边脏、绝对不会。而且对于那种有鼻炎的或者有那种支气管炎的人来说，它也不会去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般我们打扫完卫生就觉得很脏，就是不想这样去掏东西，把下面东西掏出来、这个你只要看一下哦，来看一下哦，这里按一下它就自己掉下来了、就是不需要你再去掏它，然后不需要你再去用手去弄它，所以不会容易让你的手变脏。而且这里面也是可以直接拆卸下来去清洗的，也可以水洗的。对的，好，这就是我们的小米的吸尘器。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价格活动好不 好？这个是有大吸力的10万转速每分钟的高速的一个马达，而且它的吸入的功率高达120以上。而且这款产品的话呢，是我们买会有主刷头之外还会有三个刷头。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它是一个挂起式的一个充电，它是可以直接无线充电的，没错，好不好？也是可以就是直接把它钉在墙上或者钉在你们的置物架上都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说价格，为什么要买它？因为性价比真的高，一般市面上的可能进口的品牌都要卖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一台、我们今天天猫店铺价999，小米旗舰店给我们的佳琪直播间虽然只减100元，但是这个真的是最低活动了，这真的是100元，真的是拿了很久很久的活动力度，减100元再送大家一个小米的49块钱的插线板送给大家，所以到手价899元再送49元的小米插线板，来准备喽，3、2、1上链接来了。好，朋友们，哪怕你是既宅又腐前途未卜，有了它在家里你也不会吃土。哇，买。哎，对，我们把土都全部吸走了。对呀、吸走了。对，
来给大家再说一下下单平台吧。通过我们央视新闻的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还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好了，我们已经把货加上来喽，大家可以赶快去抢喽，赶快去抢，记得往下滑领取100元的优惠券，因为我们的货全部都帮大家加上来了，所以货补货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量，而且是小米就是真的很少给出来的一个大活动力度，而且还有额外加赠，就只在我们今天央视新闻跟淘宝直播联合推出的国货正当潮小猪佩奇第二季的直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多多支持哦，多多支持。怎么样了？都是水星家纺还有吗？已经没，如果那个没有货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看一下我们网友的留言。好，微博网友比心思兰说：“小猪佩奇全都买齐，青岛牌麦芽皮。”满怀激动在酒里，月亮不睡你不睡，你是秃头小宝贝。用上风花剑发洗发水，压力下坠而发顶不秃。良心国货不用吹，贴心解决你的崩溃。哇，这都是一套一套的。是的，我们的网友给我们提供，当然又有人 Q 到了手语老师了，说我们一言不合闹飞起，手语老师想捶地。上一次第一次咱俩直播的时候，有人问手语老师，我说手语老师连夜买票走了，没买着站票。第二次我们央视 boys 做直播的又问我说，他弄了一辆自行车，边蹬边跑，然后链子蹬掉了。这一次手语老师听说以后是直接穿着拖鞋跑的，鞋都跑掉了。但是呢，大家都说我跟我的手语老师关系不好，说人家不想干，不愿意给我搭班。但是我的手语老师还都在岗位上，李佳琦的助理倒是不干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人家有高就了。对，是是是是，现在都是副总了。对，我还是一个打工小李。对，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自己去购买我们的小米吸尘器，谢谢大家。那我们来开始下一个产品了。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产品。哇，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一步，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嘞，下一个产品，我们的安踏来喽。走，我们来这边。当当，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很百变哦，就是不仅有我们的主会场，还有旁边的分会场。分会场，对，还有分会场。那离着有三步那么远哦，离着三步那么远的分会场。对啦，我们的安踏鞋来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推荐国货的鞋的话，一定要选择安踏，因为安踏被称之为就是全世界第二大的一个鞋的品牌，而且他们家的鞋这一款我觉得还蛮不错，而且非常好看，而且是你运动跟时尚二合一的一款鞋子。我们可以老秦老师帮我们拿一下，好不好？好嘞。对的，老师，我来给大家男款。对，对的。我一看一拿就拿到男款，我要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下。是。疫情期间你是不是特别宅，在家待的没黑没白？排着队拿着胖的号码牌，有了这双鞋你就可以运动起来。哇哦，多多运动身体会很健康的。好，来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鞋，因为这款鞋的话呢，我手上拿的这款是女款，它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颜色很清新，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穿牛仔裤以及搭白 T 恤的话也是很百搭的一双鞋。然后最重要的，这双鞋它是一个透气网面，然后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透气，就不容易有闷汗啊，或者是就是容易脚臭啊等等的原因啊，有等等的那些因素。所以这双鞋的话，他们家还会有到的是防震的升级，最重要的它有点像那种老爹鞋一样很时尚，它的鞋底会比较的偏厚一点点，女生穿的话我跟你们说会有那种修饰腿型的大长腿的效果。所以这双鞋的话百搭很漂亮，这个粉色我真的很喜欢哦，不光运动时尚还能增高。是的，而且你知道老师真的他把安踏的 logo 变成了比较什么样，比较就是隐藏起来了，也比较隐蔽，就不是那种一般的大 logo 的鞋，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对，你们这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话鞋型的 logo 的这边是一个很隐蔽的，而且很好看很时尚的一个鞋型，所以它就是一双我觉得运动包括你平时就是上班都可以穿的一双鞋，最主要的是好穿而且好轻。老师你可以掂一下，它真的很轻。男鞋和女鞋的分量还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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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男鞋的脚码比较大一点，对，更轻。而且我们今天晚上是会有很多的颜色给大家，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个颜色。然后我们还会有到的女鞋的话是有这样比较偏那种渐变然后炫彩紫的颜色，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对，学生党美每次晚上都可以买我们的这双鞋啊。然后还有男生款的话呢，还会有到的深色。对的，深色，你们如果想要去当做跑步鞋穿、运动鞋穿的话，深色的话就比较的精脏一点点。而且这款产品是我们安踏的霸道系列，然后男生还有比较清新的这个颜色，我也觉得好好看，就是黄绿加蓝的配色啊，好不好？名字这么霸道的吗？
为什么霸道呢？它是霸道系列，它上面就是霸道两个字，对的，全新的霸道系列。后面有个道字，对的，然后它那边另外一双脚是霸道。好，来，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力度，好不好？好，我们来说一下活动力度。天猫店铺价，这双鞋499块钱，佳琪直播间和我们的央视新闻直播间领130元优惠券，往下滑再领30元的优惠券，一共是领2张优惠券，领160的优惠券，到手价288一双。我们的安踏，我们的霸道系列的鞋，来，3、2、1，上链接。来，来都来了，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奖品啊，我们的刚刚提到的咖啡味的六神花露水，这个咖啡味的，我可以打开闻一闻吗？哇，这个真的是咖啡味的，你闻一闻。哦，是，这个会不会被喝下去啊？为什么我看到什么都想喝呢？看到什么都想喝，这个不能喝，对不起，这个不能喝，这个不能喝。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有奖品领哦。是的，来，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安踏的跑步鞋，大家可以赶快去抢，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一共是29000双安踏的跑步鞋，好不好？记得领取2张的优惠券，央视新闻直播间以及淘宝直播间都可以进行我们的下单抢购。只要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下角的一个购物车按钮，就可以拿到我们的优惠券以及购买到我们的产品咯，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好的，款式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跟你们说，女生抢粉色，粉色一定要买，粉色太好看了，好不好？女生抢粉色啊！好，我们回主会场。对，我们的粉色的名字叫做象牙白跟田螺粉的颜色，好不好？象牙白跟田螺粉的颜色，大家可以去抢粉色，288，现在买到一双安踏这种比较高颜值又好看的鞋，真的是很划算的，对不对？因为现在、就是、相当划算。对，现在的鞋都是我觉得买性价比高又好看、又好穿就行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健身啊、跑步啊、都会比较的容易，就是消耗鞋类的品种，所以我觉得鞋类的话就买性价比高又好用的大品牌就 OK 了啊。那我们安踏是我们的国货品牌，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一下。哎，女款已经下架了，下架了，灰紫色已经没有了，然后裸粉色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好不好？我们的鞋码的话，大家一定要赶快去抢，因为鞋码货真的不太多，货真的不太多。哎，他们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在这边展示一下？好，那我们拿过来展示一下，好不好？来，把给递一下颜色，因为刚刚那边的颜色可能有点不太清楚，我们在这边中间帮大家来展示一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鞋的颜色，这个是灰紫色，女款的灰紫色，你看它是有这种渐变的，很漂亮。有没有这种渐变超漂亮？然后还有这个是我说的裸粉色，就是象牙白跟裸粉色，这一双的话也很好看，我觉得这双大家穿起来的话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很时尚的一双鞋，搭配牛仔裤，搭配那种短裙都可以这样去穿。然后包括这个是紫色，然后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浪漫可爱，对，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你们喜欢的颜色的鞋子，好不好？对，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啊，谢谢大家，我们来下一个了吧。听说我们今天直播间下一个之前，对，有一个神秘嘉宾要出场，有神秘嘉宾，对，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没有猜到，是，而且这位神秘嘉宾出场是要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会儿要上架的一个品牌的，真的。那么他是谁呢？让我们有请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有请董总。哇，董总来连线。再见再见，董总你好。Hello， 董总你好。你好，大家好。董总，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国货正当潮啊。什么样的牌子是您心目当中的潮牌国货？这几天我觉得不断的听到各种方面反馈来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带货啊，这两个字啊，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特别是我们央视啊，最近组织了几场这个，特别是疫情以后这些这个带货啊，我觉得做的挺有意思的啊。刚才我在这也看了一下，也国货当之潮，正当潮，这潮有很几个意思解释，一个呢就是时尚，一个有品味，一个有数量。我觉得这个潮可以包含了很多意思，那也就是说通过这次这样的一个新的一种销售模式，让我们更多人更直观的更快速的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啊自己制造的产品，从而给大家同时增加了一种，我认为是增加了一种信心，增加一种自信，也更重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全新的一个什么一个时代，啊，这时候我们更加看到双方几方的
啊所要承担的责任，比如我们消费者啊可以买到自己最满意的产品。那么作为我们现在央视啊好多媒体，包括我们现在什么快手啊啊抖音啊等等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啊。那么在这个通道上又是一个潮流。嗯，那董总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最想推荐的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是什么？过去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是说哎，可能把什么劣质产品是不好的名字塞进去啊，就可能就骗走了啊。所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对线上的销售，就是这个网上销售都很多的掉线啊，这个微词啊都不认同啊，甚至和指责声很大。但是这几天这一段时间搞的这个这种潮，我觉得带来了一个新气象啊，新气象。而且在这种就把一些优质的产品，好的企业他们产品也走到这个线上来的时候，改变了这个格局啊，改变了这个格局。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国货正当潮的这个词用的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好了，董总还能听到吗？我们现在的声音听到。好好，那我来问一个问题。来，对，因为真的很荣幸可以见到董总跟董总连线。那我们刚刚用了李佳琦的方式跟朱广权的方式介绍产品，我们想要听一下董明珠的介绍产品的方式怎么样？所以你可不可以用一段话或者是一句话来介绍格力空调？如果要我讲的话，就是格力空调，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把它连通，就是好空调格力造。格力掌握核心科技，最终我们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哇，厉害厉害！好的。而且你知道我今天为了格力空调，我真的准备了超久超久超久，因为我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带货空调，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做了无数的小笔记，我要该怎么讲。今天我给大家来推荐到这款格力空调，所以希望大家董总可以看一下李佳琦介绍的够不够全面。好的，我们先感谢董总来跟我们连线，谢谢，谢谢董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偶尔被黑，谢谢，常常惊人，谢谢，永不服输，这就是董明珠。谢谢董总。来，那下面呢，我们那我跟他联系会有点很紧张，就是领导开会了，我要这样正襟危坐坐在这儿，然后听他讲话的感觉。因为时间的关系，确实是不能跟董总聊得太多，是所以呢，只能说到这儿。那下面呢，我们就既然董总都请到了，我们就要介绍董总的产品了。好，来吧，看佳琦都做了哪些准备。来，好，那我们来一步到我们的空调区来喽。不是分会场了吗？分会场，对，分会场。我们来分会场看空调，场子，场子太大了，什么都能安。对，我三步一个分会场，对对对对对，三步一个分会场。这可能别的平台是没有这么大的分会场给我们直播的。Hello， 大家好，我们开始带货格力空调了。真的，老师，我真的第一次在直播间，今天会播我从来没有卖过的东西。第一个是格力空调，还有点一下我们的手机。哦，我第一次带货空调，所以我准备了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觉得买空调这个期间的话，是大家现在比较想要买空调的期间，而且我觉得一个好的空调可以提升每个家庭的生活品质。那为什么佳琦会在今天的国货正当潮的直播里面选到格力的空调？有几点。第一个点，老师，一般的空调我们是怎么样就是开的？就是它这个送风怎么送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开口？就是用手抠是吧？不是，对，它会怎么样打开？对，它是这样的，直接先开，就是、这样先开的，对对 对, 对, 对。它呢？我跟你说不一样，它会根据冷热风变不一样的开风。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很困扰，就是我比如说30多度的天气回到家，热的哇不行了，满头大汗，然后它开了空调，大概10-20分钟还没有制冷，就只是上面冷，下面还没有冷，怎么办？这台格力空调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会第一个冷风是。我理解的啊，冷风它是花洒式的吹风，什么意思？它的冷风是这样子往下，从下面再冷到上面去，所以会让你第一个感觉到非常凉爽。第二个，它送热风，它的盖子往反方向开，热风它是往上走，然后往下来，对，它有不同的模式的包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就是因为它根据每个不同的季节来帮助你设定不同的一个吹风模式。这是一个最快表情包空调，对，表情包空调有各种的表情，大家可以看到，它会这样开口跟这样开口，各种出风表情，对的，随你选择。对，第二个，我觉得大家买空调还是会怎么样，就是说省不省电，因为一般家庭还是很在乎电费这个点的。对对对对对。那这款格力空调是我们的一级耗一级能效的格力空调，
一赫兹15瓦的一个节电，非常非常的节能环保。对的，节能环保。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赶上班，然后赶地铁，忘记关空调怎么办？那我家是不是一整天就开这个空调，会浪费电？远程操控，你知道这个是可以连接我们的蓝牙。我们可以有 WiFi 阿里智能的 APP 以及天猫精灵，你都可以在手机上操控你的空调是开还是关。如果你家里养宠物，或者是有那种小猫小狗，如果是真的特别大热天的夏天的话，它的猫猫狗狗在家里面可能很热，你可以帮它先开一段时间，让它在家里面也可以休息，再把它关掉。就是第二个就很智能。第三个，买空调要干什么？要就是我后面的维修跟清洁。很多人会说，扎西你知道吗，我空调半年不用，或者我几个月不用，我吹出来的风都是灰。然后这种鼻炎的人或者支气管炎的会觉得我这样咳嗽就不舒服。这个它里面是有到的是蒸发器自洁清洁的一个技术。什么叫做蒸发器呢？就是它里面的制冷的一个部件，所以它里面是有到自己清洁的。它是让你的滤网非常的干净，送出来的风也是超级超级的干净。还有很多人说，我买空调，我睡觉的时候我把我们家灯全部都关掉，但是空调上有那种显示屏的灯，那个灯会照得我眼睛就很不舒服。或者是不喜欢睡觉有任何光灯的话，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光敏传感模式，是你关了你的卧室里面的灯，它那个灯就会立马熄掉，减少光污染。对的，减少光污染。静音效果怎么样？静音效果非常好，它只有18分贝的低噪音，它有冷凉、舒适、暖、热5种舒适模度给大家。就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你刚刚睡下去可能想要温度低一点点，然后睡到深的时候你会想要温度会回来一点点，它可以根据你的睡觉、你的熟睡跟轻睡来帮助你把空调的温度和档位调到最适合的状态给到你们。而且这款产品是立体的送风，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浙江沪的包括成都的，那冬天的时候比较，夏天的时候比较潮，然后春夏天就比较反潮严重，这个它可以除湿。对的，家庭的话也是除湿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就差不多就这些。对，佳琪鼓鼓掌。这是我这两天做了很多很多功课，为什么要买它的原因。功课做得非常细致，而且我怎么问也拿不倒。对，还有就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现场没法给大家操作。对对对对，因为我没法在演播室里装，我们就炸掉了。主要是还有烟装户外机。对，我还有一个点就是买空调大家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安装。安装，我们的安装是上门免费安装。我帮大家已经把所有的细致问到了最细致的点。那比如说我住的是那种就是小区，很高楼的小区，怎么办？我们外面是没有那种出来的阳台，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我需要再交额外的费用？对，如果你是没有阳台，需要那些工作人员施工的时候吊那个锁在窗外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高空费。那这个高空费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城市的标准去严格收取费用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有户外阳台，安装外机的时候是不用再收取任何的上门安装费。如果是高空作业的话，我们会就相对的收一点点的就是费用。那这个费用的话是全国各地都是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晚上买还会送大家129块钱的立体小风扇，就是桌面小风扇给大家。买风扇送空调，力度空前。没有。我们今天晚上美们听清楚，我们是有6期免息给到大家，而且是6年保修质保给到大家。什么意思呢？6期免息，你相当于今天1期只要616块钱，每一天你只花了20块5毛钱就可以换到一个格力的那个风清扬的空调啊。而且美门天猫店铺价4399，佳琪直播间拍立减650，再领50元优惠券3699，不用备注，我们会送大家129的小风扇，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上链接喽。3、2、1上链接。3、2、1上链接。哎呀，佳琪这真是费了九牛一山不容二虎之力，九牛一山不容二虎之力，就是不让给你插嘴的机会。这个我还有词呢，李佳琦直播间、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来。是的，所以老师真的我太难了，你知道就是这种第一次卖的东西，我就会很难，就是赶快帮我一下。对，为什么还要买它？为什么我刚刚说这么多之外？对，为什么还要买它？因为你买它，你夏天凉快啊，冬天温暖，夏天凉快。冬天温暖，夏天凉快。而且在南方还有除湿。对，还可以除湿。功能非常，就关键是买电风扇送空调。买空调送电风扇。关键是买电风扇送空调。对，来我们加货喽，所有女生格力。刚才那已经下架了，已经没有了。我回到主会场。格力空调已经没有了，全部没有了。董总，我还可以吗？就是我退休了之后去你公司上班啊。董总说，我还有一场直播要做，没有时间给你们看了。没有时间给我们看了，所以全部都没有了空调，不能在家了吗？不好意思，美们，所有的空调都已经卖完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农村安装吗？我们全国都会有安装的，好不好？我们全国都会安装的，谢谢大家。关于安装的费用的话，大家可以往下滑，详细页面会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安装费用啊。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哇，我真的压力很大，就是第一次卖的产品，我怕就是带货带不好，就会容易就啪啪啪打脸。对，就是、关键是你还认为人家的这个商品的老板还在盯着你看，你说的不对，就更紧张。但实际上你想多了，早就下线了。好了，好，那我们下一个，下一个来了，来，就是真的来了，他又来了。我今天为什么两个都是连在一起的？下面一个我们要带货的是我们的产品，是我们的 OPPO 手机，好厉害。哎哎哎哎哎！大笨大笨的北极兔和地主哦，这我熟了，终于听到了一首我能跟着哼两句的。其实这首歌你会背景音乐我不会、哦、你不会我会唱两句、哦、所以我们到了第三趴了吗？第三趴就是我们的就是手机智能的第三趴达拉崩吧是吗？第三趴达拉崩不能崩不能翻啊，对，这个真的是不能崩不能翻，这不行、哦、不行，来来来，对，好、嗯、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介绍的产品是、嗯、我也是第一次直播带货的手机啊。真的吗？你以前没有带货过手机吗？从来没有带货过手机、啊、我只是跟大家推荐过、啊、或者就给大家看过。作为一个资深的带货主播我曾经带货过手机在上一场。真的来，我们先来给大家，对对，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赞助啊，赞助商广告词，感谢我们的欧派今年有机奶对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小猪佩奇全屋定制都佩奇，有家有爱有欧派，安家有道尽在欧派，今年有机奶选取黄金奶源牧场，上天猫搜索经典天猫旗舰店，全场五折起，自己货或者是买来送父母朋友都非常合适，欢迎大家购买我们的有经典有机奶。是的，来，好，那我们开始喽。我们再来下一个产品 ，OPPO 手机来喽 ，OPPO Find 手机来了。哇，我现在用的是这一台，就是我们今天马上要推荐这一台。我以为你顺手，我以为我也可以，你可以，当然可以，你可以展示一下，真的。我跟你们说，这台是我真的被深深种草的一台手机、第一个，因为它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它的整个外观哦，事实上是这样皮面的，就是超级超级有质感。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我有点洁癖，我有点强迫症、我不能看到手机上有那种划痕或者是那种手纹、对，这个是完全背板是没有任何的手纹，而且它的颜色很好看，老师可以帮我们展示一下吗？就它有这种，哇，这种也是也很好看，就是有点偏那种拉丝然后陶瓷烤漆那种感觉的、然后包括这个女生的话可以用这种橘色的比较亮的一个颜色都可以使用。那这一款手机为什么我要推荐到它？老师，我们从第一个点来说好不好？就是你知道，就是一般的手机哦，它只能有60帧的画面每秒钟、就是在它的屏幕上显示，这一台手机是120帧每秒钟的画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普通的电影院的话大概是20帧左右，但是李安导演拍过的几场电影就是那种打斗戏、非常非常流畅的话，它就是用到的这种比较高清的以及比较帧数多的画面。所以这个手机它的整个就是还原到它最好的画质，真正可以用它。它里面会有到10亿的一个色彩显示在里面，什么意思？老师，你应该看口红，所有的口红都是红色。我口红不是红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就是你知道，你就是我们小猪佩奇第二季来的时候，我们的有网友在我们上面 P 图说，佳琪要给小猪老师推荐口红颜色，然后给你画口红，他们帮你 P 了9个不同颜色的口红在嘴巴上。我没有看到，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不知道？就是说红色有很多种，是吧？是的，所以你就是你心当中的粉红色、橘红色、大红色、正红色、水红色、姨妈色，包括番茄红，什么红都是一种红，对不对？你说的黑是什么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我已经晕了，真的有这么多种红色？有很多种红色，可是我对红色的区分是这样的，是有珠标色、珠砂色，因为我平常喜欢篆刻、就是印尼的颜色。印尼，对，其实，在很多人眼中，其实红色的话分不出来那么多，比较偏棕啊、偏蓝啊、偏紫啊。但是这一台手机它是可以整个真实还原到每个红的不一样的小小的细微差别，因为它的分辨率跟高清率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一款手机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它的摄像头是双4800万的超高清30摄像头，支持60倍的一个数码变焦。而且你知道这台手机我觉得太适合于那种经常用手机的商务人士去使用，因为它真正的实现到了超级闪充、我们以前听说过快充、但是这台是实现到了闪充、为什么？因为它是65瓦的一个闪充在里面、什么意思？一般手机18瓦就叫做快充。商务人士，对，对，我给你展示一下，这样就是商务人士必备，这就是
网络沉迷少年，网络沉迷少年，然后还有呢，卖手机的，卖手机的。所以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今天是看人卖手机的。你看人，对对对对，说我是卖手机的，对，我今天是卖手机的角色。我们是给大家推销好产品。老师，你知道吗？这一台是你只要充电五分钟，你可以追剧四个小时。哦，我昨天说，我说不相信，不可能它有这么快，我就直接试。我真的是把就是电耗到最低嘛，一充15分钟，三分之二电充好了，超厉害。所以这一款真的是特别适合于经常玩手机的一些女生去使用，而且它的屏幕会比一般的屏幕也要长，也要大一点点，所以看上去的话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对的，最重要的是这款的颜色真的分辨率超高清，超高清。而且你知道吗？我发现这款的话相机也很厉害，它拍出来的颜色会让你看起来它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棒，而且非常的高清。好了，我们来说价格了。这一款也被称之为今年很值得买的手机之一，我们的 OPPO Find Pro。天猫店铺价6999，我们不能减钱，6999。但是我们这个是真的从来没有加赠过，因为这是新款，四月份才上的新款，我记得是。但是我们今晚买会送大家一个刚刚上的最新款的赠品，美们 ，OPPO 的无线耳机，蓝牙耳机。对的，美们，这个是送的 OPPO 的无线的蓝牙耳机，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哦。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299块钱的蓝牙耳机，再送我们前面这一台我们的那个布艺的蓝牙音箱给大家。哦，这是布艺的，是。而且老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现在都快开学嘛，然后大家可能都想要换手机，包括学生美们都想要换手机，包括学生的男生们也会想要换手机。你知道这一台，我帮大家算了一个，就是关于买东西怎么样划算。你知道这一台我们可以分期24期免息付款。相当于我帮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只要花7.7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我们的 OPPO 手机，二月份新上市的 OPPO 手机给大家。一天7.7块钱，相当于你节省一个奶茶，就可以换一台真正你喜欢的属于你的手机，一天只要7.7块钱哦，真的超便宜的，好不好？来准备一下哦，3、2、1，上链接来喽。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是的佳琪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是的，我们的手机来喽，手机来了。我刚刚看这个音箱的时候，是，我还说放反了，结果它两边都是都有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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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我以为我以为是。佳琪手上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一个哑灰色，很漂亮的一个哑灰色。帮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外观颜色，哑灰色这个颜色是，然后这个颜色是叫做断黑色。来看一下，它是有那种拉丝的光泽的金属的那种感觉，这是断灰色。然后包括还有茶橘色，女款的话，女生的话可以用的茶橘色，在这边也很漂亮。然后包括还会有到的是那个青竹色。哎，我看一下，青竹色在那个里面会有啊。对，青竹色已经下架了。哦，已经下架了。就是其中，但就是销售最快的一个颜色是青竹色。青竹色可能货的没有那么多，货比较少。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断灰跟哑灰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的一款啊。而且它里面的芯片是骁龙865的双模5G 手机，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以支持5G。好不好？可以支持5G，因为这款是真的性价比的话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好不好？清楚了没有？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好了，大家可以自己去下单我们的 OPPO 手机，自行购买，拍下备注李佳琦的名字，就会有额外的赠品送给大家，一个是耳机，然后一个是音箱，好不好？记得拍下备注名字，记得拍下备注名字，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好，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到下一个产品。是的，我们下面一个产品吧。下面一个产品，来，我们下一个。花王想一想，来，我要拿这个。我喜欢绿色，为什么？因为我就特别特别爱那种深绿和那种墨绿，或者是一切绿色的东西。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好开。不，这马上就打开。对，这么小呀？对，花王音箱也是我们第二次给大家来做推荐了。这一款真的很可爱，外面就是一个行李盒，太可爱了，超迷你。这个我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国潮收音机品牌啊，非常潮的品牌，是我们中国的音响设计师叫曾德军，在2014年创立的。现在在多媒体的时代呢，他创造出一种怀旧感，就这个收音机让你看上去觉得很复古，很复古。对，其实收音机和电台文化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声音的传奇，是。所以我们的收音机就是要重拾这样电台黄金时代的经典，创立猫王收音机。对的，而且这款收音机的话的音质，你不要看它小小个，你会说它的音质好吗？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那种租房子住的女生们，或者家庭没有那么大的
地方，我跟你说，洗澡的时候把带到浴室去，然后化妆的时候把带到我们的卧室。我以为你说出租房的女生们可以把它挂在门口来吓唬别人，对，就放大器，很方便一下，因为我们平时买那种大的音响要插电，对不对？这个不需要插电，打开以后亮开灯，很对，然后我们可以放下音乐，好不好？我们放下音乐，来看一下我们的音质。哦，现在已经连上了吗？是不是音质很好？对，我们刚刚连线完董明珠，现在又迎来了董宝石。董宝石，我们今天是一场很贵的直播。对对对对，有没有？而且它充满电之后可以连续使用6小时的续航，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带到另外一个场景去使用的话，它会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就是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就是难操作，或者是要去充电干嘛，它绝对不会有。就是充电可以续航6小时，而且它的尺寸比较的偏小巧，不用占很多的地方。那这台猫王最有名的小王子绿色的我们的一个小音箱的话，天猫店铺价349块钱，佳琪直播间到手269，给大家领80元的优惠券。好不好？领80元优惠券，而且老师，你拿到手上是不是很有质感？对，很有质感，就是金属质感还是蛮强的。对，就是说你以为它是个音箱，其实还是个收音机。没错，你以为它是个收音机，它是二合一。是的，来，功能非常齐全。3、2、1，上链接。我们的小王子来了，上链接。这个名字起的太贴切了，小王子。因为它这个绿色就是他们家小王子系列的，对对对，对，就很好看，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百搭，而且颜色越看越治愈的感觉，对，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颜色，我超爱这个颜色，主要是给你一种特别复古优雅的感觉，然后怀旧的感觉，而且它还特别的不占地儿，是，好不好？随时携带，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出去玩嘛，然后去旅游啊，都可以带到旅游的地方去，大家可以在家就在酒店里面喝喝酒啊，聊聊天啊，就可以放个小音箱在身边，就会比较的方便携带，好不好？对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抢一下，没有了，下架了啊，下架了。还有货可以加吗？来，我们再加一点货给大家啊，我们到手价是269块钱，给到大家269，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喜欢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同样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央视新闻直播间。对，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可以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没错，好，大家可以赶快去抢购咯。我们那个小猫王的小王子音箱已经帮大家加好了，还有最后的2000个，大家记得领取80元优惠券，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就行咯，好不好？往下滑记得领取优惠券，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好了，我们的猫王卖完了，好，卖完了。下面一个，在进下面一个之前，我们先走一个片头，稍事休息，稍会儿见。好，等下见。就是健力宝，活力二八是一份传奇，一生活力，活力二八沙士日化，大宝皮皮见，大宝啊，天天见。好，国货正当朝，欢迎回到小猪佩奇直播间。下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第二款手机，特别大的产品。是，哎，我们先介绍手机啊，是手机吗？对，我们先介绍手机。哦，先哦，好，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产品。对对，我都忘记了，大到我都忘记了。对，也没有卖过这么大的产品，是什么呢？是汽车。哇哦，是叫 VV6 汽车。嗯嗯。这个汽车呢，是长城汽车在2016年发布的旗下的豪华 SUV 品牌，为是第一款以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姓氏命名的中国汽车品牌，也是中国的 SUV 企业长城汽车聚集了1600多人的国际研发团队，历时4年打造的，为属于是国产自主品牌，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那这款车到底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演播室太小了，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但是呢，我们去拍摄了一个体验的小片儿，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朱广权。这辆车到底怎么样呢？我得现场来给大家体验一下，要不然怎么向大家推荐呢？但是在上车之前，他们先给了我一台智能手机。卖车送手机吗？这个我要跟厂家商量一下啊。不是是吧？啊，是要操纵一下这个车。我们来看一下啊，远程启动一下，来，点下发动机，开引擎。我们听到了发动机开启的声音。再看一下这辆车的外形怎么样啊？但是对车我特别不了解，但是我请到了一位专家，韩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请韩先生。你好，韩先生。我看这个车的外形，这个眼睛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特别大。对对对，像咱们这款高丽智行家的车型呢，是采用了激光大灯加 LED 远近一体的 ADB 的大灯，能实现马路上的路人和行人一个防眩目的功能。是，其实是保证驾驶的安全，对，还有驾乘的舒适度。对对对，我们现在赶紧进车里看一看。哎，这座椅非常舒服。然后座椅啊，采用的纳帕皮，又有加热，又有通风。像您那位置也有座椅按摩，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按摩按摩就睡着了。睡着之后还有办法吗？万一我困了呢？困了它有提醒啊，这是一个摄像头，然后它会监视你的精神状态，它看到你就有瞌睡的迹象了，它就会提醒你说主人啊，你不要开小差呀，它会提醒你这些。我们来启动一下。好，现在看到这个后视镜啊，正好是我们后边的景色，电影大片一样。后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然后把那个影像呢投到这个位置，让你就能清晰的看到后面的东西。哎，这个扶手箱这为什么那么沉呢？哎呦，其实这扶手箱呢是我们一个带负离子空气净化的一个集成式的扶手箱，然后它能让我们的车内的空气呀、给你循环的去清洁。说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还是感受一下这个车开起来怎么样啊？咱们先系上安全带。好嘞。哦，这颠簸路面它的这个舒适性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尝试着把那个全速 ACC 车的保持那些都打开，然后可以就解放你的右脚。你也知道现在路上好多这个电动车、自行车，你可能走神了没看见。哎，它就自己给你刹停了。现在可以让它自动泊车吗？可以自动泊车。我现在没有在操作，方向盘自己在转。网友们，现在倒车和停车可以轻松的解放双手，所以你们可以放心的跟着我和佳琪剁手。好嘞，我们赶紧先熄火，节省能源。来。我们的今天的体验就结束了。整个过程我觉得操控度、舒适度包括动力都非常好。那关键问题来了，性价比怎么样？其实像这个智行家这款车呢，我们的售价呢是168000块钱。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从我个人来讲，这个是很实惠很实惠的一个车型。就是说这样的车型，这样的配置，再有这样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合算的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这么一个汽车。对，对，所以网友们你们考虑吗？考虑吗？考虑吗？佳琪有没有动心？佳琪没有，佳琪不会开车。对，我不会开车，所以这个只能要老师来介绍一下。本来是让佳琪去体验的，结果呢没想到他不会开。其实现在大家基本都会开车哈，原来是会开车是一个特长，现在不会开才是特长。你拥有一项不会开车的特长。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于你来讲，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不如我们去打的。对于我们来说呢，刚才的体验呢，就是思九州之博大兮，驾乘体验超预期。这个车我去体验了一下，确实是很不错。来说一下它主要的卖点，比如说第一叫安全，这 VV 六是高度融合了43项智能安全装备，车辆时刻监测驾驶员的疲劳分心状态，适时的进行报警提示或者安全刹车。第二是上车一键清新，下车一键清新。第一个清新是空气清新，第二个清新的是你喜爱它的那个清新。那通过智能设备可以提前打开车内的空调，同时车内配备负离子空气净化器，营造一个舒适的驾乘环境。另外呢，第三点就是刚才我在片里叫短片里也提到了，就是剁手就剁手，反正开车不用手。因为 VV 六是国内首搭 L2 加级单车道智能驾驶辅助技术，单车道脱手驾驶的这么一个车，当然受到很多法规的限制，它不能完全的实现，它也给驾驶者一定的自由空间。车速范围呢是在60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可以控制车辆保持就是跟前面的跟着车一块走。
另外呢，还可以定速行驶，智能接管车辆实现一定时段的智能驾驶。没错。第四是动力强劲，它的全新的 2.0T 的发动机享有世界十佳变速器美誉的 7DCT， 最大功率是167千瓦，百公里时速是百公里加速是7.5秒。第五就是巷道取中多少亿行车安全 ADB， 夜晚会车的时候 ADB 系统能够智能躲避对向的来车及同行跟车。第六就是全自动泊车及100360度环视功能。总之就是昨夜雨疏风骤，安全出行还靠 VV 六。试问卷帘人应是下单订购，上链接吧。哇，老师太厉害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现在来，我们上链接吧。好，上链接来。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是我们现在拍的是一个订购的价格，是的，9.9元订购。来，我跟佳琪每个人拿一个。我这个是什么？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智能的安全触手可及。我们9.9元原来购车定金，直播间下单之后呢提车就可以享受价值万元的六重大礼，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高达7000元的置换补贴，10万元的限额贷，37%零息，还有5年或者15万公里超长质保，首任车主发动机变速器终身免费保修。另外今天直播间下单下定之后呢提车后还可以再享价值5000元的5年10次基础保养，这个很厉害，所有开车的人都有这个烦恼，就是保养甚至比较麻烦，还花的钱比较多，他送你5年10次基础保养。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直播期间下订单的用户自动获得半价车秒杀资格，就是说我们今天上架的所有车当中有一辆是半价出售的，现在的价格是多少？是16.8万。那么半价这个车的价格就是八万四，太值了！我跟你说，16.8万已经非常值。我觉得这辆车的性价比真是太好了，因为它车身上装载了这么多的实用的功能，同时又有那么炫酷的外观，有这么低的价格，所以这辆车是性价比超划算的。如果你还能够秒到这辆五折的车，那绝对是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下单预定9.9元来下定金，那到10点钟整，现在是9:39，10点钟整的时候呢，你交了9.9元预定金的客户呢，就可以拥有来秒杀这辆五折的车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10点整。那现在呢，我们上链接，先来，预定这辆车，9.9元的定金，来预定这辆车，赶紧动手，来。3、2、1上链接。对的，在佳琪直播间的粉丝美们可以去到我们的央视新闻网去订购这辆车，因为佳琪不会开车，所以我们的直播间就不能上这辆车的购买信息喽，好不好？好的。再来说一下，直播过程当中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好用到飞起的国货是什么，在央视新闻微博微信留言参与话题，或者带好用到飞起的国货话题来转发微博，今晚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是的，好，谢谢大家，谢谢，辛苦老师，辛苦老师。我的天哪，大家可以同时在我们的新闻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接下来就到了佳琪心心念念的第二款手机的时间，来了，第二款手机来，我觉得超多的，就是消费者们都在等这台手机。我们华为的手机来了 ，P40 来了。对，我们创立于1987年的华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给我们带来的华为 P40 手机。老师，你知道吗？这款手机真的，我看发布会的时候，我就被这一款深深的吸引住。为什么？这个颜值，我的天！我们在这边来给大家聚焦一下，看一下，这一款颜值也太爆炸了吧！好好看哦，怎么办？跟你像推荐化妆品，跟你衣服的颜色非常像哎，哦，真的很对对，很搭很搭。它这个银色感觉像，所以这款手机壳是变色的，会根据身体衣服的颜色随机变色，有点带自己衣服的颜色的。没有。它是一个冰霜的银色，这个银色好好看，而且它是有那种电镀的感觉，而且每个角度它的银色是完全不一样，就会让你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潮，而且非常的年轻的一款手机。好了，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华为手机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第一个，
有非常漂亮的外观。第二个产品的话，它是用到的超感光的莱卡三摄给到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会有三个摄像头在这边，然后的话呢，它是有到的5000万的像素的超感知摄像头，再加上1600万的超广角摄像头，再加上800万的像素长焦摄像头，而且它里面搭配的是所有女生们麒麟990的 5G 芯片为基石，而且它会让它的成像更加的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底大以及压死人，它的成像就会非常非常的棒。所以这款手机是行业里面说，如果你想买一台好的摄像手机和拍照手机的话，这一款华为 P40 真的值得拥有。而且 5G 通信的基站也是华为拥有的一个技术，再搭上我们的华为的 5G 手机，那你用到的 5G 的流量以及 5G 的那些速度绝对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它里面用到的3D 的一个石墨烯的一个散热材料，配合他们的一个主板，它会更高效更散热，不容易有卡顿的情况出现咯，好不好？这台手机你知道吗，老师，淘宝直播第一次、第一次给活动，听说上次好像也上了你的，对，我们央视直播，对央视 boys 的那次直播也是同样的活动，同样的活动，确实我们也打探过了，确实没法再低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我的天，淘宝从来没有做过活动力度的减轻，而且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都会上，而且有几个限量色和几个特别的颜色，我们都会给大家铺上货，所以等一下手速一定要快，好不好？手速一定要快，多少钱？来，美们。6G 加128G 4188 8G 加128G 4488 8G 加 256G 4988， 我们可以给到大家67的免息付款给到大家。那直播间不能减钱，但是会送大家一个我们的华为的手环给大家，会送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华为手环给大家，再加电子礼包还有我们的电子礼包的这边额外加赠，对的，我们电子礼包有什么呢？有一个支架，手机支架，再加上一个数据线，然后再加上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的扣在我们的手机背板上的一个手机的一个支架。你要是这样的话，你的优惠力度就超过我们上一场的央视 boys 直播了。还有50元的花臂卡，算你狠。还有50元的花臂卡，这从来没有送的，买一送一二三给大家，这个是真的从来没有，有史以来淘宝直播淘宝里面的最大活动力度，好不好？准备好，所有女生们准备了。3 2 1，上链接来了，赶快抢冰霜银啊，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可以分期哦，6期分期给大家下单。来，我们上链接吧。来，怎么样？效果这款的话，老师你可以拎一拎，就它非常非常的轻，它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轻便。我有一句特别有力度的广告语，什么？就我自己用的就是华为手机。哦，你自己用的是华为手机，所以我特别喜欢华为手机。我也觉着这款，非常的炫酷。其实我可以换一个，怎么就往口袋里装了呢？来，我们哎，没有链接，我们链接怎么还没上来？稍微等一下，马上上链接，大家稍微等一下。还没有上来。对，我们链接肯定有点卡。那我再换一个颜色的，看看是不是揣在兜里更舒服一些。是，你也可以去揣另外一个在兜里面去，就是每个口袋揣一个。你这穿的西装有很多口袋。哎，我失误了，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吗？哎，真的这个。无论是外形，还有它的功能，是的，还有它使用起来的效果，再加上5G， 5G 的基站现在已经，可以说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铺开了。对的，这个5G 的建设，对于我们来讲呢，下一步很可能就是5G 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我觉得已经算是来临了一半了。所以一部5G 手机是你下一步生活当中的标配和必需品。是的，所以还犹豫什么呢？赶快去抢吧！对的，就是买它。哎。你知道我想到了一个买它买它就买它的最好接的下半句，是就是买它买它就买它，刷我迪卡，刷我迪卡。哎，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个这个，我觉得他们肯定很愿意来上链接喽。美们上链接了，上链接了，大家可以赶快去抢，上好链接了。大家可以选择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一些限量色真的我们都帮大家把货拿到了，因为这些限量色真的还蛮难拿的，而且我们这个是真的是。渠道里面的价格算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我们的赠品会给到大家我们的超大活动的赠品，还有5000台，我们一共有10000台手机，还有5000台手机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赶快去我们支持我们的华为 P40 手机，瞬间就没了一半，好不好？在我们的14号链接哦，14号链接还有4000台，我现在真的他们现在已经真的在买3700台，他们在选择他们的颜色和选择他们的那个大小，哦，冰霜已经下架了，哇，我手上的这个颜色已经下架了。
对，这台颜色已经全部下架。对，我一方面惊讶于这个销量的销售的这么快，一方面我更惊讶于他们的手速，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快就拍到？这个女生用也很漂亮，它就是有点像那种人鱼肌的颜色，或者是那种有点像贝母的颜色，就很好看。对的，夏天的时候也会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就是颜色的话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去下订单，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最后的1600台，谢谢大家，还有1600台哦。来，我们开始我们的下一个产品吧，来，好不好？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手机的支持，也是我们华为公司的产品，它叫做华为智慧屏，是2019年9月首次亮相的。是的，这款产品是4月26号售卖。对。从战略层面来看，智慧屏是华为战略部署的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到底什么样呢？我们再到分会场，这次分会场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就是跨一步之遥。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分会场，华为智慧屏来了，来，好，对，遥控器在这儿哈。对，我们的华为智慧屏来喽，请佳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智慧屏。华为智慧屏，这边可不可以给我们看到？哇，有没有看到？真的非常非常的高级，而且。我整个看上去整个薄到就是没有朋友，对，太薄太薄了，这个就是你完全不占你家庭的一个空间，而这款的话你家装的话会省掉很多的一个储物空间，帮助到你可以帮你的家装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全金属的一个超薄屏，它的屏幕占比达到了96.2%，所以老师你看它的外框只有一点点，对，对的，只有一点点，对，我一直在，我像个木匠一样一直在这描，就是这样，很直，对，很薄，很直，直啊、对对对对对。好，这个最薄的地方只有6.9毫米的一个宽度，所以它的画质呢是4K 的超高清的一个摄像，包括它的音质也是8个喇叭的设计，48瓦的一个大功率，而且还有2.4升的超大音箱。然后这款产品，我觉得。我来说它的卖点吧，我们就直接一起来使用一下。好，第一个，我跟你们说，它会有个智慧眼。什么就是智慧眼？智慧眼。老师，你真的认真观察，它等下会有一个地方弹出来。那我们看下它的智慧眼是什么，好不好？第一个功能，我们的智慧眼，它可以支持手机的连线视频。哦，好，那这边我们连这个对不对？直播里来，我来看了一下线，哇。好，手机的电视机就是电视，我们的智慧屏可以直接变成一个。我们再次来连线一下董明珠，来董总，Hello， 没有了，董总了，这是我们的 Hello, 哦，这是我们的直播的后台，哦，这是我们的后台，对对，后台，哦，哎，看到了咱们俩的在屏幕当中出来。所以厉不厉害？这个真的太厉害了。来看一下，虽然你们在前台，老师，我懂你什么意思了，就是当你比如说在织毛衣，然后你的儿子打电话给你的时候，然后你就要解放双手跟他视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对不对？就可以解放双手，就不需要拿着手机这样到处。当然不一定要织毛衣了，织别的也行。就是你在做家务的时候都可以，你在织围脖的时候，在发微博的时候都可以用啊是。而且大家看到哈，虽然。在直播当中只看到我们两张嘴在不停地说，但我们的后台有无数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来，让我们的镜头给转一下，看一看，看一下我们连线的效果。我们的操控台，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哇！来，往右走了，来看一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播出的这个空间看上去很简陋哈，但是我们的设备拥挤，对，设备和人员非常的密集，对，其实幕后也是非常辛苦的，对对对。而且你像老师，他有点还是很好的地方什么，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另外一台手机，因为比如说你的自己的手机带出去，你宝宝在家里面，那你宝宝可以用这个功能跟你直接连线，就是刚才你说到的智慧眼，对，就智慧眼可以用这个智慧眼跟你直接连线，看你宝宝在家里面在做什么。好，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好，那第二个，我觉得我一定要跟感谢我们的小编跟我们联系。再见，这款产品对于现在的疫情，我们健身怎么办？在家里面就可以来做健身，它会有一个 AI 健身的。AI 健身，对，我们来看一下 AI 健身智能功能哦。AI 健身来喽，然后我们来初级体验一下。老师要不要来体验一下？算了，还是你来体验。来，好，来，我们看一下哦。有一个智能模式，智能模式是。他会有教练在这边教你健身。来了、啊、我给你加油啊，我给你加油。好，因为他一次只能一个人、对，一次只能一个人。尽量一个人站在屏幕中。我挤两个人他会怎么样？他就不行，他会死机吗？识别你的动作。好，一个人站在屏幕中站好了、好了，哦，做动作完成。哇，第一个已经来了，因为我的捣乱第一个已经完了。好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四、
就是可以在这边哦哦，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教练一起这样做动作，哦、然后他会上面提示你、哦、完美啊、哦！我的天哪 ，Oh my god！ 我们要赶快第二个再加一个。建议去坚持一下。对，建议华为录一个你的语音包，对，一边健身一边鼓励大家。这样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了。非常非常这个功能，这个功能非常好，对，非常厉害。而且这一款的话呢，智慧屏它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喜欢看电视的小朋友或看动画的小朋友来说也很好，因为它里面会有到的是儿童专区内容，是用到的莱茵健康护眼的智慧护眼提醒，到家长保护儿童的功能，对的视力。所以这块智慧屏真的，你们可以当做一个。就是一台在家里面的大手机，对，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可以看电视的电视机，对，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可以看就是我们的电影的一个家庭小影院的那种感觉，而且还可以在家里面来做健身。所以这块智慧屏，如果你们家想要换一块智慧屏的话呢，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华为智慧屏。对，天猫店铺价3799元，拍立减200，到手价3599元，买就会送。老师帮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华为的迷你体脂秤，体重秤，再加我们的天猫精直播精灵给到大家，价值299元的直播精灵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有？3、2、1，华为智慧屏来喽！看我们的华为智慧屏，清晰虚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华为智慧屏来了，赶着浪，打开周围都会亮，是的，一定值得拥有，来下单，值得拥有。上链接喽，上链接喽！来，老师，我们移步到我们的好，我们回到主会场，对，很快就可以移动到的主会场。好远啊！哎呀，我就走累了。好，我们回到主会场啦。来，再跟大家。空调可以加货吗？空调真的加不了货了，所以我们已经直播完的产品都加不了货啊，都加不了货。对的，就大家可以多多刷新吧。哇，还100台，华为智慧屏还做的83台，哇，美们，华为智慧屏还有最后的74台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美们可以赶快去抢购啊，赶快去抢购。嗯，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老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的渠道跟我们的下单的平台好不好？好的，来，哎，我的下单平台呢？下单平台可以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或者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小猪佩奇即可进入我们的直播会场。同时，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可以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老师，你知道刚刚我看那个评论，他说我很想听朱广权老师的话多听几遍，以后下次可不可以跟上字幕？他们说今天已经跟上了 Keyboard 老师，下次可不可以跟上字幕老师？因为他想知道你说的每一个字到底是什么字，你知道？我觉得 这是在说我吐字不清楚吗？没有没有，他们会想要觉得你的话很经典，他们想要学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经常的看一下我们的回放、嗯、哦。如果你错过了直播的话，可以看我们的回放。厉害，我们的回放可以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微博是、或者是淘宝平台都可以看到。没错，好不好、嗯？谢谢大家。而且刚刚好多人说哇，我刚刚买的安踏鞋就已经发货了。对，我们就是速度这么快，因为我们都是旗舰店保证正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的购物是非常愉快的购物。 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嗯，在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你认为好用到飞起的国货是什么，在央视新闻微博微信留言参与话题，或者带好用到飞起的国货话题转发微博，今晚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另外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是21:55，在22:00我们有一个半价秒杀汽车的优惠活动，需要抢单哦。是的，还有最后的4分钟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轮。下一轮是什么呢？下一轮是要吃出仪式感。刚刚我们是吃出仪式感，用出精致感，乐出新花样，下一个要美出新高度。这是什么？我怎么这么好看？哦，你为什么要这么夸自己？这么好看怎么办？啊，这是一首歌，我怎么这么好看？对，好吧，不是我刚刚自己夸自己，是我自己夸自己。老师，我没有这么自恋了。对，好，我们到了下一趴，也是大家现在很期待的，我们国货的让你变美的这一个环节了。檀木匠天然木梳子，哎，这个我，个这个我可以讲了，这个啊，你真的吗？对对对对对，那交给你，这别不能都交给我。好，老师先说。这个梳子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在仪式感的时刻永远不会缺席的产品。比如说，对于人的一些称呼，很多是跟发饰和你的叔叔的发型有关的。孩子叫垂髫、总角，
比如说女子15岁叫吉姬，或者20岁叫吉姬，是男子20叫弱冠。当然你戴头冠的话也要先把 头发往后梳好，梳起来。所以在这些人生的仪式性的时刻都需要梳子的出现。还有在女子出嫁之前的上头，包括在结婚的婚礼仪式当中一个重要的结发仪式，是吧？夫妻二人的头发结在一起，就叫白头偕老嘛。对，所以为什么管妻子叫发妻呢？就是结发之妻。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仪式感的信物，同时也是爱情的见证。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到了现代它有什么用呢？舒缓你的精神，放松你的神经。你比如说现在的生活当中很多事儿是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很多事情都需要你硬着头皮去干。老硬着头皮去干，你让头皮怎么办？往这儿看，用它来放松你的头皮，舒缓你的神经。所以在养生秘诀当中啊，很多人说养生怎么养呢？第一条就是发常梳，叫发常梳，目常运，齿常扣，耳常鼓，舌头经常吐一吐。为什么要吐舌头？这是我自己思绪胡说的。吐舌头是卖萌，卖萌容易帮你减压嘛。但是我们今天卖货不卖萌。天哪，厉害！所以这样的一把梳子，又有传统的传承，又有现代的功用，为什么不买它呢？厉害，我觉得我不用再用接地气的方式说了。刚刚老师已经把这个树说到了特别高大上，而且特别的有历史文化的感觉。但是我还是要对的再啰嗦一句，对，我说的都是胡说的。没有，你说真的特别好，因为我还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这把树。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品牌，檀木匠这个品牌线下已经全球超过了1000多家门店，是有保障的。第二个，他们家主导的是做木梳跟木镜的一个就是品牌，他们家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创新。第三个，这款产品的话呢是古夷苏木的一个材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很多人买梳子会有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那个佳琪，为什么我这把梳子用到后面它的颜色会比较容易掉色，或者它颜色已经变成另外一个颜色了？美们，这个都是木头的一个什么？木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你长时间在我们的头发上梳，比如说会有一些油啊、精油或发精油，包括一些水，所以它会让它的木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深一点点，这是属于正常现象，不是说我们是染了颜色上去的，所以这是要帮大家先说清楚的。实木的颜色，对的，而且这一款的话呢，提高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梳子的一个硬度，让它的话梳起来会更加的方便。那美们，今天是母亲节，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把这把梳子买回家送给你的妈妈，真的她会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天猫店铺价100元一把，今天晚上的直播领30元优惠券，69一把，我们再送大家一个木质的玉檀按摩棒，一个给大家，可以按按我们的淋巴的位置都可以。那在这款产品上链接之前，我们先开始我们刚刚的抽奖活动。好，现在离22点还有10分钟10秒钟，19 8 7 6 5 4 3 2 1，来，大家22点整来秒杀刚刚直播间下单9.9元定金的用户，可以在22点整整点秒杀，支付金额是2000元，抢购的是 VV6，我们的智行款的车一台，官方的指导价是16.8万，相当于抢到就是抢到8.4万元的优惠。那在就近的经销商处就可以核销半价购车，购车时2000元的是抵车款，是抵扣的，就是你现在下单的2000块钱在购车的时候是抵扣出去的，知道，是包含在总车款当中的。如果不去提车或者逾期未提呢，2000元将会退还，赶紧上线秒杀。那我们现在呢其实看不到后台的秒杀的结果，没有办法给大家公布，那谁抢到了偷着乐吧。好了，那我们也赶快上我们的檀木匠的梳子喽，3 2 1，上链接记得往下滑领30元的优惠券，好不好？记得往下滑领30元的优惠券，檀木匠上链接啦！哇，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只有10000吧，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了。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其实送情人的话，可以就是预祝白头偕老的意思，对对对；送朋友的话，可以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结发同心嘛，对，或者是说我们的就是感情会非常的好。所以送梳子回，送梳子给到对方的话，其实有很好的寓意。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湖货品牌的檀木匠梳子，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让你美出新高度的产品。我们来第二个，第二个，老师，这个我不知道你用不用，平时什么就是身体乳，你会用吗？不太用。那我今天来教你用身体乳。好，来，我们下一个
我们的乳木果身体乳来喽。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对，玉美净乳木果身体乳、啊、你知道这一款身体乳真的、今天晚上就超级秒杀福利，你们谁抢到就谁就是赚到了。而且你知道吗，身体乳为什么要涂、因为夏天其实很多人会说冬天涂身体乳就行了、不是的，夏天就是说不是只是手霜，是全身可以涂的，全身可以涂的、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洗澡会是比较偏什么，偏用那种肥皂、或者是用那种比较清洁力强的东西去洗澡，其实你早上洗晚上洗的话会让你的皮肤会有一点点的干燥，所以这个时候你涂个身体乳其实会帮你保护皮肤、特别在夏天的时候还开空调，你的皮肤也会更加的干燥，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保护皮肤、那这个都是老师你可以试用一下吗？可以，就是应该你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涂身体乳吧谁没事在直播间里涂身体乳我对，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它是一个乳木果精华、做它的一个肌底精华，所以它推开之后非常的清爽、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油腻，轻轻一抹，哇，你的皮肤超水润超有光泽感的，所以美人们真的不会油腻的一款身体乳，而且里面是用到的乳木果之外还有红没药醇，可以修复你的皮肤，让你的皮肤清爽滋润不黏腻。其实用完身体乳之后你会发现它有微微那种香味、对，这个香味伴着你入睡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玉美净也是国货的一个很好的品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来说一下活动吧，好不 好？这个活动力度是真大，天猫店铺价28块钱一瓶，我们今天的直播买一瓶送一瓶，28块钱两瓶给大家，一瓶是220克，两瓶只要28块钱。3、2、1，上链接。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来观看直播。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当中，我跟李佳琦在摩拳擦掌，我们直播做到现在已经马上就要打起来了。不，实际上我们是在抹身体乳。是，这个身体乳真的，老师你用起来感觉是不是觉得很舒服？感觉身上就会润润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干燥。对，就主要它不是那么难以化开，就不会说一抹一坨。对对对，这个确实还很清爽，很舒服。你知道大家今天还特别期待，就是朱广春老师今天播我们的美妆，就是美妆趴的环节，他说看朱广春老师怎么样去带货美妆我就是看佳琪带货美妆对，我今天买的是台上的票是，来我们准备了，我们再加下架了，已经下架了，我们再加5万好不好，我们再加5万组给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再加货，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一定要记得数量填一，买一瓶送一瓶给大家，不用数量填二，好不好？央视新闻以及淘宝直播的李佳琦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记得点击左下角的红色购物车，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要拼手速，因为价格真的很划算，很划算。上链接了，我们已经加好了，加好了，好，我们已经加好了玉美净牛油果滋润霜，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了，我们自己去抢啊，下面一个蜂花剑发。剑发洗发露，对的，蜂花的剑发洗发露来了，这个终于看到了一个我见过的，你见过的，对，熟知的，对，蜂花嘛，上世纪80、90年代，如果所有人知道的，洗发水、护发素几乎都是这一种，就是蜂花几乎是这个洗发水和甚至最主要是护发素，它是一个代名词。是，而且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忽略掉或者忘记掉了蜂花的一个历史，它是有35年的一个民族历史品牌，而且他们家是国内第一款做液体洗发水的品牌。对，对，而且那个那是一个所有的化妆品都叫做雪花膏的时代。对，所以如果是那个时候你在直播间里卖，就是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一款雪花膏，对，这款雪花膏，来再来看这款雪花膏。那会儿我们都是雪花膏，对，你知道我们还用一种，就是那会儿老人们经常用的，我没用过啊，必须强调一下我没用过，就是那个贝壳里边是那种油，你知道吗？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老上海那种人会用，对，我们东北管它叫做嘎啦油，所以还有。有一句顺口溜说这个叫雪花膏嘎了油，蜂花洗发不发愁。还有这样一句，对，所以对这个蜂花呢，可以说是传统经典品牌当中一个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且到现在它更加励志，没有消失。是，所以日落不是岁月的过，风起不是树林的错，如果你的品牌被岁月淹没，说明你不是经典国货。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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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蜂花就是我们的经典国货。来，那我就接地气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这款洗发水，好不好？因为这款洗发水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有生姜，而且它是一款主打无硅油的洗发水，它可以有效的清洁你头皮的一些垃圾跟油脂，来强根健发。最重要的是里面是有到的苹果花跟维生素 B5 的成分，它可以帮你在洗头的时候来修复你头皮的一个损伤，包括你头皮环境的一些压力，不含硅油，不含染色剂，不含刺激过敏的成分，所以这款产品是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到的一款老牌的洗发水，我们的蜂花洗发水，无硅油的剑发洗发水，天猫店铺价79.8，我们在直播间领取
20元优惠券，这个是详情，你自己领券，不能发优惠券的，因为这是破价了，就最低价。而且我们今天临时再降价3块钱，56.8元到手，一瓶750毫升，两瓶750毫升，再送大家我们450毫升的护发素一瓶，再送我们的3小瓶的洗护沐浴露，给大家的便携旅行装，这么大一套只要56.8元，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风化来喽！来，通过我们的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是的，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货品牌的洗发水，而这个是我们国内第一款做液体洗发水的品牌，是真的，大家可以去致敬一下经典和回味一下经典的一个产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头顶上方红色按钮记得下架了。来，帮我们把风花再加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把风花全部加给大家，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领券，一定要往下滑，详情里面领好优惠券，我们就要开始给大家做我们下一款产品咯，好不好？哇，完全进入到了我的知识盲区。真的吗？花迪五帝玻尿酸水活修护喷雾来了，但是没关系，老师你知道这是我真的最近爱到爆炸的，我觉得国货里面我一定要推荐的，而且我们直播间特别受欢迎的新国货品牌，好吧，夸迪来了，美们，夸迪来了，超级超级厉害，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我几乎现在每天都用，你知道我就是家里面仓库里面无数个化妆品，而且我有很多的柜架顶级一线品牌的化妆品，我真的我每天都在用夸迪，我现在每天都在用夸迪的产品，因为它用起来特别安心，最重要的是夸迪是华熙生物的产品，对的，华熙生物就是在上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化妆品品牌，所以他们家出来的产品有很多都是值得大家很喜欢的一些产品，那这个华熙生物旗下的品牌夸迪的玻尿酸，老师你知道什么叫玻尿酸吗？这个我知道，应该是延缓衰老的一种，玻尿酸是帮你保证皮肤，就是解决干燥问题，而且我们每个人皮肤里面都会有透明质酸，就是玻尿酸，那这一款叫做玻尿酸的一个喷雾，那这个玻尿酸跟别的玻尿酸是完全不一样，它是3重分子的玻尿酸协同作用的，而且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帮助我们来裹挟我们的胶原蛋白，直达肌肤的真皮层，让我们的皮肤是不容易那么快的干和那么容易的衰老，所以这一个老师啊，它是细不细哦？就是你可以用手感受一下，它这个雾超级超级细，其他就直接喷在脸上的，在我们洗完脸了之后直接保湿补水，包括你在比如说洗掉刚刚的护肤液，它不是洗的，它是直接保湿补水，所以平时你在台里面，比如说你很多灯照到你的皮肤上会干啊，或者你上了底妆会觉得就是有点不舒服的话，你可以让它直接喷在皮肤上，就是让你的皮肤来做保湿补水。而且这一款我跟你们说，美们，修复型的产品，晒后修复，夏天了要晒太阳了，晒完太阳皮肤红肿，你都可以用它直接喷在我们的皮肤上，它的雾真的是极细的雾，好不好？孕妇以及婴儿都可以使用到的一款喷雾，应该是零添加杜绝防腐剂的一款喷雾产品，夸迪我们今天的喷雾天猫店铺价238元一瓶，算贵，但是它真的很好用，但是我们今天晚上领80元优惠券，158一瓶，再送大家50毫升的小喷，你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喷，再送夸迪的玻尿酸泡次泡精华5毫升一支。这个玻尿酸精华很贵的哦，这个玻尿酸精华超贵超贵超好用，但是我每天一支夸迪玻尿酸，来北京都不用怕干燥哦，真的很好啊！来准备喽，夸迪3、2、1，上链接来了。崔老师说的特别精彩，崔老师你用过，如果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就更好，就是买它的意思好吧，对老师，所以你就是可能平时很少接触这种东西，对，我确实是不太会用这些东西，这个我等下就留给你好不好，就平时你在办公室如果皮肤比较干就可以喷一喷，好，真的很好用的，一定用一定用，我先那个喝一口补补水，对，他们说朱广春老师的盲区来了好，完全到我的盲区，但是没有关系，有佳琪在这儿嘛，我觉得佳琪最厉害的地方没有了，上来，佳琪最厉害的地方让我惊讶的就是，这是一个完全化妆品女人的世界，结果被她统领了，就是他们的地盘，你是地主。没有，就是分享一些我觉得好用的产品给到大家，非常厉害。所以呢，有你在这儿，我也不用特别累的去推销化妆品了。所以就是你时间可以该到下班了。对，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这个别低头，皇冠会掉；别卖化妆品，李佳琪会笑。没有，所以我就不在这儿班门弄斧了。哇，天哪，刚刚那句话听得好爽啊！
这其实莫名的感觉，这句也卖给你，爽爽的，这句也卖给你，这句也卖给我，这句也卖给我。哇，今天晚上一场直播，我要花不少钱的。对对对，对，亏了是吧？以后不来北京了。对，以后不来北京，以后不能来小猪佩奇了，这花钱花的太多了。好，那大家可以赶快去查我们的夸迪玻尿酸。这个大这个品牌的话，虽然是一个新的国货品牌，但是它真的是原料啊，包括它的背景都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真的你使用了钱会爱上的一款品牌啊。嗯，让我们来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来。哦啊，这不一样，又是我不一样，不一样吗？啊，超厉害，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值得买。好，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过皮肤泛红或者过敏，或者是皮肤刺痛。对，我有。老师现在立马揣这个，你要揣这个比揣华为手机要更快，真的。是吗？这一支就是我抱着他喊我的病有救了，不是说病，就是我的肌肤有救了，我的肌肤有救了。我真的毫不夸张说，所有人在我的直播间买过这支产品的女生们都说好用，玉泽的皮肤屏障神经酰胺调理乳。老师，我给大家，我让我这下听得懂，好不好？嗯，什么叫做皮肤屏障？嗯，为什么我们的皮肤会泛红？为什么的皮肤一被太阳一晒就会红红肿肿，然后很刺痛？或者是我洗完脸了之后，我的皮肤会有那种像肿起来了的感觉？然后或者是有花粉啊，包括那些就是那种柳絮飘到我的皮肤上，我的皮肤也会刺痛干敏的情况，是因为第一个大气污染，然后阳光紫外线的强烈，会让我们的皮肤已经是外面那层保护膜已经受损了，就是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和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时候，所以一些外力会让我的皮肤过敏，这个时候需要到一个东西是涂在脸上，相当于给你重铸了一张保护膜，那就是这一瓶一个涂上去的铠甲，对，一个涂上去的保护铠甲，而且会让我的皮肤重建屏障，跟防晒霜有点像。防晒霜是防，功能更单一。防晒霜是防，这个是护。哦，对，一个是帮你防止被晒伤，一个是帮你保护如何修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玉泽的屏障修复神经酰胺的调理乳。这瓶怎么用呢？很简单，洗完脸了之后你可以直接用，或者你可以用完水之后直接用。它很清爽，完全不油腻，轻轻一抹就可以被皮肤化开，而且给你的肌肤是没有任何的负担感。主要成分角鲨烷以及麦冬果聚糖，还有到的是植物甾醇，完全不添加香精、色素、一些酒精、矿物油、防腐剂等等都不需添加。而且这款产品很多专业的老师们都有过推荐，专业的一些就是人员们，就是工作者们都有推荐的一款产品，所以这个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爱的。天猫店铺价180一支，佳琪直播间里20元回去拍了点7块钱，到手价153，买一支送一支同款给大家，153两支我们的玉泽肌肤屏障调理神经酰胺乳液。准备好了没有，美们？相信我，如果有肌肤过敏，一定要去试试它。3、2、1，来喽！我们上链接啦，支持国货，谢谢大家。哎，我看到下一个产品有我认识的字儿。哦，真的吗？九百目。九百，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平常不是刻章嘛，嗯，那个印章在刻之前要在砂纸上打磨，是，所以砂纸呢就是目数越高越细腻，打出来的越细，是这意思吗？是，你又猜对了，这样类比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真的是又猜对了，真的没有错。老师，刚刚他们都在说，老师你既然喜欢我今晚上最想买的东西，他们刚刚说你介绍了他们今天晚上最想买的东西，哦，对，来，我们的刚刚那个玉泽下架了，我们又加了货给大家，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数量便宜，记得往上领好优惠券。玉泽绝对是调理乳，绝对是你今年夏天保护你皮肤的秘密武器，好不好？绝对是今年夏天保护你皮肤的秘密武器。玉泽还有最后的50000瓶，大家一定要赶快去抢，数量铁一，拍立减7块钱，再领20元优惠券，买一送一，153块钱一支玉泽，真的是比很多的线下都要便宜哦，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大家。玉泽大家可以自己去抢抢看，谢谢你们。来，我们下面高老师说到了900目，上我们的900目。上玛丽黛佳900目，它不是砂纸是吧？可能我会觉得说，老师你可能不太清楚玛丽黛佳这个品牌。哦，对。但是我跟你们说，或者我跟我的就是我们的看直播的粉丝们们说一下，就关于美妆，玛丽黛佳这个国货真的说它是国货，怎么说国货之光不为过，因为它是第一个品牌进入了丝芙兰的国货品牌。哦，丝芙兰是一个美妆的集合店，是所有国外的一些大牌全部在里面。好，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还都没有听懂，你还没有听到，继续。好，就是我跟你们来科普一下啊，就是玛丽黛佳这个品牌真的是它做出来了的产品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用。第二个，它是第一个进入到丝芙兰的国货品牌，而且这个就说什么叫做900目，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啊，那就是跟你刚刚说非常细腻，对，是吧？刻就是刻东西刻章很像。来，我们给一个近景好不好？它上面会有900个小孔。哦，它真的让你看到900个目。是的，它里面会有900个小孔在这里，所以它叫做900目。而且这个我跟你们说一下，它
整个只出不进。老师什么意思？看一下，我把水盛到上面了，它下面不会漏水，它的水全部都在上面。这个的话，它是整个不会进去的一个东西。它这块皮是非常非常厉害，它的下面是不会滴水，滴水是刚刚旁边滴的，因为我是这样神的水，就是整个你动它，它下面也不会滴下来，好不好？但是这一款精华呢，为什么好？为什么这款精华粉霜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是因为这款粉霜我超级喜欢的是，除了它有900个气孔之外，它把所有的粉底液都在里面，然后你每次用的它会整个直接往上走。它这一颗化妆蛋你们一定要看看，这化妆蛋我们今天送大家两颗。上次有很多女生说，佳琪我要这个化妆，那个化妆蛋太好了，来不要眨眼睛，老师你也不要眨眼睛，看一下、哦、美们，玛丽黛佳的900目的送的这个化妆蛋来咯，超神奇，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吧？什么意思？就是没湿是吗？它变大了，老师，你就、好吧，你就跟你对比一下，对，哦，这个这样可以看得出来，老师，哎，它是没湿是吗？这个湿的，它变真的是毛区，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老师，这个真的是你的毛区，它变超大、你知道为什么要、我们要就是女生化妆都要用化妆蛋、但是一般的化妆蛋泡了水就只有这么大、这个化妆蛋泡了水就这么大、它怎么用呢？你看老师像不像以前那种印刷书或者是怎么样、它就直接把这个化妆蛋按在我们的这个上面、它就取了900个孔，哦，它就是跟你说的稍微更细致更细腻，它把粉底取到了这么这么这么的细腻，然后你直接拍在你的肌肤上，它再上妆会更均匀，就不会让你的底妆会看上去是卡粉的或者是很厚重的。来，我在手上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来帮我们去到这个地方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款底妆我这么推荐它。美们看一下、按到你皮肤上也是900个小气孔，900个非常细小的一个精华，把它轻轻的拍开，这个精华粉霜你的整个皮肤看起来具有光泽感，而且整个底妆看上去是薄薄的，然后那个润润的，因为它里面是有养肤成分的，蚕丝胶原蛋白加人参植萃和忍冬花三重的护肤成分在里面，所以这瓶美们，我们的那个就是工作人员是亲测，是可以按压600到900次，它的量全部就用完了，而且它不会进空气，里面的粉霜不会氧化，它解决了一般粉霜容易氧化的痛点，所以这一个玛丽黛佳我们的国货品牌做出来了一款真的革新的粉底霜的产品给大家。好，我来先说一下价格，天猫店铺价189一个，佳琪直播间169，领20元优惠券，买就送他们家很有名的妆前精华两瓶，随机一瓶哦，给到大家，再送同款的化妆蛋一颗，就是有一个粉霜，再加一瓶精华，再加两颗化妆蛋，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整个一套到手价只要169块钱，活动力度真的超大。准备好了没有？我先来给大家刷个颜色，老师你帮我就是说一说好不好？好，我帮大家。我需要电场啊！刚刚我看了一下大屏幕上的评论，是大家都在我遭到了群嘲，真的吗？对对对，说我没有、对，终于进入了一个我知识的盲区，完全不知道佳琪在说什么，但是呢。我已经全力配合表演了，在很多不懂的地方我都点头了呀，呵呵，我在努力的配合佳琪的演出，你们不能忽略这一点。是是是，老师真的很专业了。就像刚刚老师说那些就是品牌历史和故事的时候，我也是嗯，对哦，嗯，非常好，老师这就是报仇十年不晚。对，他这个用水是为了防水是吗？就是你现在但是他刚才不漏水的那个样子是不是是为了是告诉大家它只出不进、就是它空气进不去和水进不去、它会让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非常持久的，是不会容易氧化的。来我们看一下颜色、所以我在很努力的学习。对，我们来看一下颜色，我们来怎么买，我来教大家一下。如果皮肤很白很白，买二号色，因为二号色是偏粉调的，我没有说错颜色，大家认真听，皮肤很白很白买二号色，二号色比较偏粉调白冷调白，皮肤自然偏白买一号色，皮肤黑买三号色，好不好？再说一下，皮肤很白买二号色，皮肤自然偏白买一号色，皮肤自然买三号色，准备好了，3、2、1，上链接走来啦。可以通过我们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哎，老师，我觉得你盲区，我今天要教你。嗯嗯，你可不可以试试，就是朱广权老师怎么上底妆？我算了吧。你就打到手上就好，好不好？就是我们网友都很想看你卖底妆。对，朱广权老师怎么样用这款产品？来，交给你。打到哪只手上不挑是吧？就不挑，左手右手都可以。就是按一下，按一下，拍，按，你还没按。这样，你还没按，要按一下。对，太难了。
好，按完了。对，按完了，然后直接在我们的皮肤上这样轻轻拍开。哎哎，老师，这不是这样不行，这样卖不出去的，这样都会退货的，这样不行，要把它拍均匀，要把它拍均匀，对，还没有均匀，你要给我来来来，就是这样啊，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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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均匀了之后，哇，你的皮肤都超级有水感，而且老师，你还这样展示一下美妆手，你知道什么叫美妆手吗？就是这样。看一下颜色是不是打完了之后超级水润超级漂亮，肌肤质感就出来了，这是美妆手，所以你以后在推荐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这个，就是进入美妆主播、第一个必须要学的美妆手，就挡住你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在展示产品就是这样，给我一个金盆我洗一下手，我宣布退出这个领域对，我们的美妆手就是这样子挡住这个产品它聚焦啊，好，确实专业，确实专业，让老师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美妆主播的感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嗯，我们的玛丽黛佳九本木的气垫粉霜，养肤型的气垫粉霜已经帮大家加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抢，因为我们的那个蘑菇的化妆蛋这一个的话是99块钱一个，我们买一个送一个给大家，然后还会送一瓶我们的妆前乳和一个正装的粉霜给大家，好不好？所以活动力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好的、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产品。是的，我们要进入先把这收一下下一个产品，就是就是，因为你知道卖美妆跟卖其他真的完全不一样，卖美妆就是很多东西哐上上来，然后哐就走掉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具会有很多，因为要展示的东西比较多。好了，我们的九百慕的那个粉底霜，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是养肤型的气垫粉底霜哦，气垫粉底霜，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大家可以自己去下单抢购，记得领取20元的优惠券。来，我们下一个，我很爱这个品牌哦，我又。这个品牌是大家见证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国货品牌变成了现在大家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我在一堆字里看见了一个我认识的词儿，什么浮雕，浮雕花西子眼影牡丹胧月浮雕眼影彩妆、非常炫酷、老师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自己先打开，我想看你的表情，就美妆博主的表情一定要、就是、是抠这儿吗？对对对，夸张，直接抠吗？抠开抠开、我打开都不会，老师你打开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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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哇！我看一下老师的表情，我表演的可以吗？哇哇，真的确实非常漂亮，它像一个，就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啊，它特别像一个微型的屏风，对，就是非常漂亮，来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花西子，就是因为它是浮雕的，就像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哎，老师，对，你知道可以给，就是化妆品要把这个镜子折过来一点点，是镜子里面跟下面都要展示出来，就是这样，又学了一招，学到了，就是专业的化妆品，对，美妆，但是浮雕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浮雕可能大家认识它的空间范围，比如说它是在绘画的这种二维的虚拟空间和。圆雕的三维实体空间当中的一个压缩空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立体感强有冲击力的一个艺术品类，没错，从特别远古，比如说在远古洞穴当中先民们的那个岩画呀雕刻就有这个浮雕的影子，到后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商周的青铜器上面的那个饕餮纹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的浮雕，再到后来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之后，我们的浮雕艺术比如我们洞窟艺术里边很多都是浮雕，就大大的发展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我看到以后第一感觉就是它真的把艺术融入了它的品牌和人的生活当中。谢谢老师，我觉得老师这句话讲得真的太好了，因为我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推荐国货品牌，而且关于国货的彩妆品牌是一个真的可能现在大家对于他们的包容没有那么广的，但是花西子是一次一次不断不断的给到大家很新鲜的而且很厉害的东西，然后他们家还有一支雕花口红，是全球第一支雕花口红，你知道这个品牌在国外受到了很多的外国友人的喜欢跟追捧，他们看到这个化妆盘的时候说真的不舍得用，买回家就是放在那儿，就是收藏的一个产品，对这对呀、这太精致了，画上去就笔往上一擦就没了呀。是，但是老师，我希望今天我再教你一下，就是美妆博主们怎么试色，试色不用试在脸上，就是教你哦，就是你舍得把它弄弄，我不舍得，那不行，一定要你来舍得一次。好，你知道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也舍不得，就是你可以把它整个揉，就是揉，我来教 你来吧，示范一个颜色给你看，就比如说我要试这个颜色给大家看，我就这样子揉一揉它，用一个手指，用我们的就是无名指。去手指去打圈，然后给大家看颜色的话会在这个地方来看我们的眼影的颜色，这样子拉出来，
哦，好，这样吧，我贡献出我的胳膊，你抹。不，我们这个手法太难了，学不会。我要看老师吗？我都为了你，我学 rap 了，都已经。必须用必须随便你，想喜欢什么颜色可以抹什么颜色，抹这个吧，抹这个颜色。嗯，你可以多蘸一点点，可以多蘸一点点。就是这样，用哪只手指都行。要我们用美容指，美容指是哪只？就是这只无名指。无名指。对，用美容指。我，哎呀，我真是，我用这只吧，我实在是太难为我了。我想那个，这样，是这样吗？可以。啊，然后在这边抹一下，看给他们看颜色就行了。这样。对。对啦，老师又学会了一招。以后你卖美妆的时候，你带货美妆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去操作。啊、好吧，我们的花西子的浮雕百鸟朝凤眼影盘彩妆盘。它要来了，里面是用到的珍珠、牡丹、金盏花等花精华，不添加酒精跟香精，所以它对于那种皮肤容易对彩妆过敏的女生来说也是很友好的。最重要的是这一盘结合了这一个是腮红，这个颜色你们不要觉得很害怕，它这个颜色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画，就是它这个颜色是佳琪帮大家选出来的，你轻轻画它是很漂亮的一个腮红色，你看你深深的话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眼影的一个晕染色上去，就这个颜色感觉像从皮肤里面透出来那种红润的颜色，然后这一盘的话你可以百搭成眼影盘彩妆盘全脸的色彩你都可以用这盘去画，还有它的两个高光很漂亮，这两个高光随便怎么用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精致，天猫店铺价259一盘，李佳琦，我们今天晚上央视新闻和李佳琦的小猪佩奇直播间我们到手价是209一盘，买就送大家一个眼影刷，双头眼影刷，再送一个修容刷，再送一个花西子的十片抽取式的湿巾给大家，而且这是我们的中国杭州的品牌，你知道他们家为什么要叫做花西子吗、嗯、因为他们家所有东西比如说口红啊卸妆巾啊包括他们家那个什么就是散粉都是用花精华在里面，它的主要成分是花精华，为什么叫做西子，因为有一首诗叫做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是无论淡妆跟浓妆都是会让你变美变自信的一个妆容，所以花西子它就叫做花西子哦啊，那为什么还有一个百鸟朝凤在里边？因为这个系列是百鸟朝凤，哦、它是有很多的刻了很多的鸟，这种寓意百鸟朝凤。你知道关于百鸟朝凤最著名的一个事儿是什么？是它是一首唢呐曲。哦，唢呐，我的曲。对，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再叫你人间唢呐，你不太喜欢的话，可以让他直接叫你百鸟朝凤。对，所以我可以在这是那个鸟头，再送你一句。广告语：百鸟朝凤，圆女人美丽的梦。哦，百鸟朝凤，圆你美丽的梦，准备好了、哦？花西子，三二一，上链接。花西子来啦！来，花西子来了，我真的太厉害了，老师。好，我今天卖出去好多关于李佳琦的广告语了。啊，是我今天真的是要给钱，我卡可能不够刷了，都已经怎么办。来，我们的百鸟朝凤上喽，所有女生，百鸟朝凤上了。真的可以值得收藏的一盘眼影，每个人买回去都说哇塞太美了，而且就说太好太好看，而且你知道他们家这个眼影盘其实报废率挺高的，就在工厂上出来的话、对，因为没有印好非常细致，它都会全部作废然后开始印、所以他们家生产这个眼影盘也是生产很难很难的、包括它的外观都是你看非常有这种波光粼粼的羽毛的感觉，就很好看很漂亮、希望就是我们的国货品牌都可以做出来的新品是让大家觉得有品质而且很高级，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国货品牌，好不好，多多支持国货品牌，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百鸟朝凤没有了，来帮我们再加一下百鸟朝凤，来马上再加百鸟朝凤眼影盘，加好咯，百鸟朝凤眼影盘加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去往下滑领取50元的优惠券，209一盘，这个是真的第一次直播到现在都是最低价的，好不好，都是最低价，好啦，谢谢大家的支持，900目没有货了，有，应该还有货的，900目，大家可以自己去抢900目，应该是还会有货的啊。好，好，来，我们下面一个，我们的国家地理16色眼影盘。刚刚我们的百鸟朝凤是彩妆盘，接下来我们这个是国家地理完美日记的一盘眼影盘。哦，这盘也是我觉得很适合今天的主题，叫做国货正当朝。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你可以看一下，它是跟国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联名的一颗眼影盘，哇！然后老师，你可以打开看一下，真的很漂亮，好像光盘啊，好像光盘，对，就很像以前那种 CD 盘，对对对对对、它是纸张的一个设计，就是感觉摸上去非常非常的复古，是不是很好看？对。然后老师，你再看一下它外面跟里面的颜色，它就是有一点点复刻了我们中国景观的地理面貌的一个配色，对，确实漂亮。它
会一般的眼影都是用纯色的，一颗一颗，对不对？它这个是做的什么？做的像我们那个地上面那种纹理和那种土壤的纹理一样，是这种有点像五花肉的一个颜色。这个是完美日记的国家地理系列的眼影盘，就整个很漂亮很漂亮，它是一个复刻景色。而且来看啊，这一盘我们每一盘都会有啊不一样的颜色，可以根据自己喜欢和自己喜欢的妆容去需求去买。而且这一个眼影盘的话，它是16色的眼影盘，它每个的话质地都是不一样的，有比较偏哑光的高光色，以及比较偏细闪跟爆闪的话都会有，满足了你们所有的美妆需求的眼影盘，就是我们的国家地理系列啊。包括还有最后一盘是这一盘，来美们看一下这盘超漂亮超美，很好看，有没有？我的天哪！好，来美们，我们一共有三盘颜色，叫做赤橙丹霞和粉黛高原和碧蓝湖泊，以及我们的幻彩梯田。这个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天猫店铺价139一盘，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小猪佩奇直播间完美日记中国新锐古货品牌给到的活动力度是第二盘100元，140随便选择两盘给大家，140拿到36个颜色，相当于每个颜色只要多少钱，你们自己去算一算，真的很划算。第二份只要100元给大家，140两盘，这不用备注，我们会送大家国家地理的一个明信片，也是很漂亮的国家地理明信片，就风景的明信片，还会有到的是我们的国家地理的一个完美日记的一个手包，就是一个小包包环保袋给到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通过彩妆，通过大家最喜欢买的东西去把国家的一些文化和风情特色全部都带给大家，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跟国家的一些特色传播。来准备咯，完美日记3、2、1上链接来了，数量记得填二，完美日记数量记得填二，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欧派今年有机奶对今天直播的大力支持，小猪佩奇全屋定制都佩奇，有家有爱有欧派，安家有道尽在欧派。经典有机奶选取黄金奶源牧场，上天猫搜索经典天猫旗舰店，全场5折起，自己喝或者买来送父母朋友都非常合适。是的，好不好？随便选择两个我们的完美日记眼影颜色就可以直接下单咯，记得第二份只要100元钱，数量填二，数量记得填二，领取60元的主播优惠券，往下滑领取优惠券哦，好不好？完美日记记得往下滑领取优惠券。来，我们家下货，我们家下货有的颜色已经全部抢空了，我们加货给大家，加货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小猪佩奇的直播间，国货正当潮。好，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产品了。好，最后一个。对的，最后一个产品了。我们要移步到分会场了，是吧？对的，很多人都一直在刷说，我的天哪，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才会来？来，没错，我们的最后一个产品，天堂伞终于出了我的知识盲区了。这个就给你介绍了。伞吗？对，我可以说两句。老师介绍。这个天堂伞我还是可以说两句的。这个伞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文化语码。每当说到伞的时候，我现在想到杭州，想到伞就会想起一个 BGM， 就是对，就是一场烟雨猝不及防，白素贞遇到了有情郎。所以大家想到伞，不光是想到它是一个工具，同时它还是代表着审美啊，还代表着浪漫啊，代表着情怀啊。是，就是比如说你提到它，就会想到戴望舒笔下的那个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那个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的姑娘。而且呢，你想到伞就会想到伞下是伊人红妆，伞外是乌云翻墨，所以伞呢还有一种安全感，它能保护你。就比如说这个把伞撑起来的时候，你的感觉比如说像一句歌词一样，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所以伞撑起来以后，伞外风骤雨狂，伞内即是天堂。有没有？有品牌出来了？有没有？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天堂伞？娘子天堂伞出来。而且对，中国古代为什么伞是这个形状呢？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嘛，所以伞也是圆的。古时候的人认为有28星宿，所以伞骨也是28根。但现在的伞为工程力学更科学了，更科学了之后就不用那么多根了。对，所以说这么多，咱们
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好，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老师帮我们展示一下给大家看。走你，因为我们今天颜色会有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天堂伞？刚刚老师说了伞的一些故事跟背景。那这把天堂伞是我们的一个超轻防晒的一个太阳伞，而且它这个上面是有 UPF50 的。为什么是 UPF 不是 SPF？ 因为 UPF 是指物理防晒的一个伞上面的一个黑胶涂层。这个伞它其实有三层的，为什么有三层呢？第一个是外面的这一层，我给你就是白色的这个布。第二层是我们中间这一层，我们烤上去的一些漆料，包括我们上面的一些图案层。第三层就是黑胶涂层，老师可以帮我反过来一下，里面为什么是黑色？因为是黑胶涂层，它是真的可以有效帮你防止99%的阳光紫外线对皮肤的侵蚀。UPF 五十加的系数，还有它是有一个防水涂层哦，就是你们收伞的时候会容易有水的上面，对不对？你要这样甩，要这样甩，你不想甩在别人身上，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对，这个伞你只要轻轻一收下来，它的水全部都洒落掉了，所以它是一个干爽不湿身的一个伞，而且这个伞的全重量只有306克，所以很小巧。而且我们今天打的天堂伞，处处皆可以是天堂。对。我来说价格咯。好，天猫店铺价35.9元一把，我们今天25.9元一把。哇，有 UPF 五十加防晒涂层的天堂伞，颜色有很多，准备好了没有？3、2、1上链接。如果想多买多领券多下单啊，分开领券分开下单，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赶快了，我们马上来上我们的天堂伞。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下单平台，您今天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淘宝直播间、李佳琦淘宝直播间、央视新闻微博观看直播，一键下单抢到你心爱的国货。没错，我们的伞已上链接了，颜色有很多种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们喜欢的天堂伞的颜色，好吧？我们上了10万把给大家，大家可以赶紧下单。 哇，已经65000了，赶快去抢伞，这个伞真的很划算。你知道很多女生她们买伞吗？带出去就会掉，他们经常掉雨伞，对，就是会丢是吧？会丢掉，哦，就是落下雨伞，然后就啊不见了，然后买一把很贵就很心疼，所以这把伞的话，第一个大品牌，第二个性价比高，所以就是如果万一掉了也不会那么的心疼，而且掉了的伞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不用那么的心疼，因为说不定这把伞可以帮助到另外一个人，对，正在躲雨，没准这把伞会被许仙捡到呢，是，然后就会喊你娘子呢，对，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天堂伞，大家记得领取优惠券，好的，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还有最后的，我看看哦，还有最后的4万把哦，颜色已经没货了。我们先回来，我们先回来，对，我们先加货给大家，加一点货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了，大家可以赶快的去抢哦，记得点击我们的右下角的手机的左下角的一个红色购物车，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一个优惠券，往下滑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优惠券，这样就可以很快的到我们的店铺去领到优惠券，然后下单了，买到我们的直播福利活动咯，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好了，我们今天所有产品都已经推荐完了。哇哇哇，原来我们都说国货邓自强，现在呢，国货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潮流了，是很多年轻人都在喜欢我们的越来越潮的国货。对，我觉得刚开始是年轻人喜欢国货，现在是追逐国潮。对对对，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演播室摆的这套传统的家具一样，比如这个方桌，比如这个圈椅，还有这个搪瓷杯，对的，还有搪瓷杯。其实你比如说这个椅子，原来我们是席地而坐，现在是垂足而坐，是，就是因为这种椅子的从西域传入而改变的。但是它在我们国家在明清的时候就达到了高峰之后，向外出口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很多现在的品牌国货也是这样，我们广泛的吸取更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然后有自己的内涵和文化。最后我们有了非常强的号召力，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国货，这些响当当的国货，中国品牌的大集合，让中国品牌文化能够更加好的走向世界，让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越来越强。是的，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来越美，也都希望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潮，国货精品的tour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小猪佩奇的直播间，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国货的创新以及国货的传承，让我们一起买它买它，好不好？好，关注央视新闻，为国货代言，为中国品牌代言，我们下次再见。我们的直播结束喽，不要离开，我们有个 ending pose 真的吗？我们的直播结束了，我们的直播结束，谢谢大家，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拜。3、2、1，走！太累了，终于结束了，谢谢大家！天哪，太不容易了。